郑市长、王副市长、余副市长、市政府各局处首长、各位同仁，还有府会联络席的各位联络员、各媒体先生小姐，大家早。今天我们一样进行市政总质询，今天登记的有四位议员：吴宗宪议员、陈美美议员、徐其万议员以及徐玉树议员。那么，首先我们先请吴宗宪议员进行总质询40分，谢谢。好，谢谢大会主席，我们副议长哈，市长、两位副市长，还有各位局处长哈，五位联络人，以及媒体女士先生哈，大家早安，大家好哈。谢谢。我想市长今天也很辛苦了哈，这个拆桥的工作哈，我们都知道，这配合中央了，但是我觉得市长蛮尽责，真的为桃园人感到骄傲哈。我还有前两天看到我们邱靖纯县长哈，对，我也很佩服他。市长你对他的感觉怎么样？那条桥啊，截直取弯呐、啊，这个是真的。我认为他敢直接讲出来哈，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县长。我不知道市长您对他的感觉怎么样哈？如果是错误的政策或错误的决定，该更正要更正，那这个不只是要勇气。他也要有这个长远的眼光。那大竹的那个大华跨桥哈，是连接咱大店到大横啊。那原来两线道，那现在拓宽成四线道。那个如果我们开车会经过有一个斜张单斜张那个桥哈，对，已经做好了。那今天把旧桥拆除哦，那我想要谢谢我们的那个公务局哦，他昨天晚上一整晚上都在拆桥，不过早上我看了哈，还是有很大的塞车啦哈。那高速公路局做交通宣导做3个月，大家都不知道。那早上可能有影响到那个国道2号的车流，整条线都在塞车，也要特别道歉。对，那么虽然是这中央负责国道2号，但是因为拆桥工程是我们进行的，那同仁跟这个营造厂好像是连夜赶工到早上。那我早上就是因为先去看，再回来这里。那目前已经慢慢恢复顺畅了。那预定明年要把这个桥直接平移到旧的桥墩上，那这个桥有得到金安奖，算是一个亮点。但是后段工作还没完成，那拆桥的工作，我想也借这机会说，像这个是要两线变四线，要拓宽。那像这一类型的工程，我认为以后还是要扩大宣导，让民众了解。很多人早上起来才发现说，哇，这大塌桥。我早上来了也塞了一塌糊涂哈，这个没关系啊，但未来呢还有很多错误的决策，对，需要导正的。我打个比喻，北区馆哈，那个也是放在那里哈，北区那个展览馆呐，在那个机场旁边呐，还有那个已经租出去了。对啊，所以这个部分哈，就是将来的交通动线是很重要的。如果我想我们升格以后，我们有些心态，也许我们调整成重新归零思考。如果有些错误的政策，我们需要调整，我们还是把它一个个调整过来。对，所以未来哈，还希望我们市长跟局长哈，能够多多用心这一块哈。好，谢谢。我局长请坐。我想跟市长再讨论一个问题哈。好，就是我们观音有一个妇幼馆。对。好，观音目前有很多个馆，几乎都是最明显的文字馆是树林的游泳池，当然它有活化。每年还得编100万来让它活化，问题是活化以后还是没有什么人用，哦，这一点我想我也跟里长讨论过，6月到9月编100万来维护，结果呢使用者零零散散，哦，所以我在想局长，这个市长对这个不要了解吗？我想原本社区型的游泳池哈，使用率都偏低，不只是树林，我看好几个都是这样。而且树林是比较偏向工业区，偏向工业区有什么问题呢？外劳一堆，外劳去游泳，本地人不去的，结果造成本地人没有去，虽然是优惠本地人，但没有人要去。外劳渐渐他太热他也不去的。对，是不是我们来活化一些东西，让真正要用到的人能够用？我想市长，我跟你探讨的哈，对，第一个就是这个树林游泳池。对。是中央认定文字馆的，我们来把它处理。是来室内的运动中心，我想这个很需要啊。观音一个室内网球场没有，下雨天打网球的人都没有，唯一有一座的就是没有，也没有室内的，
在新坡国小有两个球场，那再来呢，篮球场、羽毛球场几乎都没有室内的，只有属于学校的。学校的那你要等到放假的时候，有时候还不让你进去。是不是我们来把树林游泳池让它真正活化，就是能够要用的人在那边，很多人需要用到的没有得用。那我想市长，我个人然后可能比你了解，对，我来建议我们那边来做一个室内的网球场，还有羽毛球场以及篮球场运动中心啦。市长您的看法怎么样？我想文字馆就是要活化了。那活化的方向，那当然它原来是运动功能，那我们尽量要保留运动功能。那至于说如果游泳人口过少，因为它是社区型的，那改建为多功能的球场这个方向我想请议员还有当地的里长我们跟体育局一起来商量。那么如果确实原来的使用效率过低那硬要把它发展游泳池的话也不是一个办法，以使用效率提高为原则。好，那我刚刚里长我也跟他联系好几天了他已经研究了，到结果就是跟我所说的一样，只要能够让它活化，对，多人用，什么人能够都会来用的话，对，就是室内网球场第一个最好的。管理呢，他们网球有一个协会，他们都会管理，还有一个篮球场、羽毛球场，这三个都可以，只要看我们的地点，地方够用的话。我跟里长已经谈过了他也希望能这样，那我就先代替树林人谢谢我们市长。好，我们来进入评估，那请那个体育局联络观音区公所还有树林里办公室，那择期来办会刊。好，那我想因为他的土地都取得了，建筑也取得了，所以我想要转型基本条件是具备，但是我们运动人口不太一样，对，我们功能都一样，以使用效率为原则来考虑活化的方案。好，谢谢哈，谢谢市长。我也报告一下好吧，那个树林那个游泳池其实我们已经有会看过，然后我们那个观音区公所也有新闻给我们那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接到观音区公所的一个那个公函。那等到接到这个他们没关系计划以后，观音区公所的建立方案，嗯，那我们搭配我们在现场看，嗯，来做最后决定。那我直接跟局长讲，就是直接他里长也希望是这样子哈。好，那刚市长也讲了，好，请你多用点心哈。好，谢谢。好，再来一个就是我们新坡的有一个叫妇幼馆哈。对，妇幼馆是很好的，就是幼儿园在用，好，也隶属于我们桃园市立幼儿园新坡分班呐。对，但是它只用到一楼、二楼、三楼呢，也有用到，但是不多。四楼、五楼呢，几乎都是闲置的，空着在那边让他们堆置一些杂物。地下室呢，有时候社区开个会而已，其他也没有什么用到。那我们在想说，这个幼儿园要如何来让它，四楼、五楼，让我们老人会不影响在教学的情况下，可否让老人会在那边？它是妇幼馆，可能这个名称跟我们老人会不知道合不合啦，一样都是社团。这个馆也是有闲置的四楼五楼。对，市长您可以打算一下，看看您对社团也很照顾，我知道啊。对，对于老人会也好，所有的社团，我知道你每一个地方都有让他找一个办公的地方，不是让他们玩乐，他们玩乐也不会在老人会馆，只是办公而已。那我们可以不可以让这个四楼五楼，这幼儿园是属于教育局，对，那跟社会局要如何来？这样子，他是原来升格前的那个，这个是在学校外面。那有区公所设置的这个幼儿班呐，那目前它的定位就是观音幼儿园新屋分班，它目前的新坡分班，那新坡分班它是1到3楼用妇幼馆，那妇幼馆的4楼5楼现在闲置了，对，那目前我们是有一个方案是要把这个吸收到学校，变学校的妇幼，那如果吸收进去的话，它是整栋都可以重新规划定位，好，那这个案子。我看那个幼儿园迁到学校的时程，来决定整个妇幼馆新的定位。那即便说原来叫妇幼馆，我们仍然可以给它新的功能。是，那市长您有这个打算是最好。但问题是，
我记得上个会期新坡国小有一些问题，对对，就是他的老旧的校舍哈，六七十年了。那我一直觉得哈，市长有这种打算的话，那我们就照这种形式来把六七十年的老旧房子来更新教室啊。对，好，那新坡国小的部分哈，它的原来的那个活动中心好像有设置幼儿园的那个计划，是不是？请教育局跟社会局来说明一下。好，那跟一周说明哈，最近我们也是主秘带队在对全市的那个有剩余的空间做一个清查哈，要准备对妇幼这边来增班或者是增援哈。那新坡是一个我们要发展的部分。是，那你怎么规划呢？那就是说将来哈，就是老旧教室，我们跟易座以前也去会勘过嘛哈，就是说老旧教室可能就是可以重新的改造、拆除、重建。那有计划吗？那这个就是要由学校来提你，那我们再来这个这样，我想我知道议员的意思了。议员意思是说，新坡国小假设老旧教室要更新，是否就增加幼儿园的空间？是，把它一并完成。对，那让新坡这个分班啊可以吸收进来学校。对，然后这个妇幼馆重新定位、重新活化。对，我想您讲的方案应该是这样子。对，我想市长您也很清楚，教育的体系，幼儿园、小学、国中、高中，那个都是同一个体系的，在同一个地方，我想会更安全，哦，而且幼儿园跟国小的学生都是能够在一起的。对，所以您刚刚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不用花别的钱，你不用再花别的再花任何的。盖出来可能也许是文字馆，你直接把教室更新，把幼儿移进来，幼儿园移进来，内栋又可以空出来，让新坡的活动中心有一个地点。好，我想这点是市长应该会明白的。那个新坡这个妇幼馆哈，活化的方案如何搭配新坡国小改建，也包括那个多功能活动中心等等哈，我们做一个完整规划案来跟议员来说明。好，谢谢。务必要让新坡妇幼馆可以活化，好，谢谢，那也让幼儿园的品质可以提高。两位局长有听到哈，要如何处理你应该知道哈。我想市长的理念，他是希望用最少的经费，用做最好的事情，希望你们两位局长能够协调好来，好不好？还有他就是新坡国小有一个宿舍哈，真的，我在文化局里面，他一直要编定成古迹吗？我看到那已经都塌到没有办法了，而且像一个废墟啊！两位局长请坐哈。好，那是不是文化局长？请文化局长。有，我们前些日子有去会刊哈。哎。那因为他那个所有权人是属于新坡国小，是教育局的，所以我们还是会跟他协调哈，这个相关的那个紧急修缮。但校长说这个文化局有来说要列入来会刊，对对。对啊，说要列入古迹，但问题是都要不然你去整理啊，我们也接受，我们也希望列入古迹啊。修复我们要尊重所有权人的意愿跟他的那个，我们到时候会跟他协调。到时候跟他协调要如何处理，赶快做决定。好不好？好，我看来，你那上课，太危险，跟垃圾一样。你有没有？你局长，你讲你看到的结果是怎么样？对对，我有去看，对对对。看到的结果是怎么样？如果指定为历史建筑，那我们就要做一个紧急修复的工程，让它现况不至于更坏。那这个部分，我请文化局跟教育局尽快协商完成。好，谢谢哈，谢谢我们那局长，请坐。市长，还有你知道吗？那个游泳池那边也有一个游泳池哈，因为新坡国小那旁边也有一个游泳池。好，关掉，已经关掉了差不多一两年了啦。哦，好，结果也是在那边，就像废墟一样。我一直看到哈，有时候我们可以，我看到中立有一个天幕篮球场哈，真的实在是很漂亮啊，真的，我个人跑去看了，我也去照相了，我也让新坡人看了。新坡人说，如果市长能够再把游泳池，那没有用的哦，是确实都已经没有用了哈。如果能够让它改成天幕篮球场的话，球场的话，哈，对，新坡人真的会很感谢你，因为年轻人哈，目前为止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嗯，特别是偏远地区，不像都会区，对，哦，它有很多游乐场所哈可以去。那我们那里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打球的，让大家消耗体力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也来规划这个游泳池，已经废掉了，废掉没有好多年了，哦，都没有在用了。但他财产应该属于是新坡国小的财产是吗？现在没有，我想这样子，如果这个游泳池废置，那不管是新坡国小
或市政府管理。确实我们在那个推动天幕球场计划，那么观音好像还没设置那个天幕球场。那我想是这样子，如果是游泳池类的，那要以比较大的一个范围的人口才能支撑起那个游泳人口。是。那球场是稍微可以社区化，一个生活圈就可以设置起来。我想这个有点差别。那这一块哈，这一块也连同刚刚讲的那个树林游泳池的方案哈，我们一起看好了。好。树林游泳池的活化以及这个新坡废置的游泳池的这个发展构想。再利用，嘿，再。我想以前的人盖游泳池也是希望能够好用。那可能是人口的因素、营运成本的因素，废置了。那废置了还是要让它活化，不能永远摆在那边。那我想，如果有发展的方案的话，我们早一点把它定案下来，早一点做。好，好。那这两个用词我都请体育局安排去看一下。夏局长，那你知道？因为我知道吴议员的意思是说，既有设施那么多啊都不能活化，那我们要盖新的设施。那这样会浪费，是比较浪费，是真的浪费啊！我们也是要看好老百姓纳税，好纳税人的义务啊！我想这一点哈，局长下降已经很明确哈。那你跟那个高局长，你们两个在协调哈。好，谢谢，请坐哈。那市长还有一个就是草踏四地重化哈。对。这已经30年了，三十几年有了，因为草踏国中是第一代嘛哈。第一个从化区，那它的从化以后，那很多从化剩余的它的钱在基金会几乎都没有在譬如说公园的开发，或者是从化区很奇怪了哈，第一期的很奇怪，就是你编定学校预定地，但是又没有征收，对，然后我不是地主，但是我觉得很不合理。市长应该也对这个事情应该也有了解，齁，我希望那个从化里面真的不行的话就解编嘛，齁，可以那个第一期里面，那二三四五六的话应该是在明年底以前，是不是需要内政部应该是让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也会让他解编，这一点市长你有什么计划？草踏新市镇齁，如果他原来核定3年的期限，对，如果不能完成重划，不管公办自办，都要回复原编定，就是变农地。是，那当然这对地主权利影响就很大，所以当时为了加速，我们就3区公办，2区可以自办。那但是因为现在大法官会议解释哦，土地重划的规定违宪，那必须要1年内修正。那内政我们怕影响到我们的进度，那内政部又提示了一个新的方案哦，也是可以继续推动。但是要加上听证会，那这个部分哦，如何能够掌握时效，如何能够完成公共设施，哦，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那我觉得新的从化区哦的学校用地是应该要完整取得，而不是说保留再征收。好，哦，那原来那一期哈，哦，原来通过的那个第一期哈，哦，第一期当中有部分公设未取得哈，哦，我觉得那个是比较不好的，你要变成二次取得。那我讲这些原则哈，您讲的第一个时效，第二公共设施完整取得，第三哈保护地主的权利，这个我们会注意。但这个草踏新市镇的价值很高，未来整个有桃科、有观音的这些新的建设，那航空城的效益也会衍生到草踏。对。那所以草踏新市镇的开发，我是认为要更用心。我请地政局哈简要说明一下进度上如何掌握。哎，跟议座报告一下。我们草踏目前有三个区要公办，第一区已经在做了，现在正在画家当中，大概108年初会完成。啊，第三跟第六区的话，因为有牵涉到都市计划的问题，那都市计划在10月4号内政部也通过了，现在在办理后续的工作。这个是第三区跟第六区是公办的部分，也会照进度来进行。然后刚才市长提到的第四区跟第五区是奖励民间来自办，那自办因为刚好牵涉到大法官739号的解释，要办理听证的部分，所以我们目前也在拟定这个办法来办理后续的听证的这个工作。那我问你，如果自办没办法办，我们公办有没有办法接收下来办？那公办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哦。如果自办走不下去哦，我们就是接手做公办，因为不能够让这个自办 delay 到哈，影响到地主的权利。而且自办哈，万一他财务发生问题，他办了财发生问题，到最后收尾的是谁？是我们市政府。所以呢，
我在看他们吵到这样子哈，我觉得还是我们公办的会比较对老百姓地主都会比较有信心。好，我们第一期办，第二期办得很好，接下来的再来的1、6、3，老百姓也都很赞成很支持，所以拜托尽速好不好？应该的。我想这样子哈，请地震局哈，草踏那个从化的驻地工作站哈，也要去整个了解哈，那个整个不管公办区、自办区的地主的意见。那我们在第一线收集好意见，才知道进度。对。那因为这个新市镇计划应该是一个未来如果开发完成的话，整个草大地区的发展哈，这个20年的发展就抵定下来了。我想它应该是会比航空城好。你航空城如果征收的话，会有很多人要迁走。对。迁走，也许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让他们居住，因为有钱人搬到桃园，没有钱人，钱少一点人就往乡下里面跑。那草大生活圈很好，我们那边很好住啊。我跟市长讲，我们那边土地不价钱不高，但我们生活机能比航空比青浦的好。我们生活机能啦，我们那边而且我跟议员说明，我们市政府正在规划那个月桃路的拓宽案。是。那将来从草踏到青浦啊，那要拓宽一条20米的道路，那正在计划当中。那这条道路呢，将来会让草踏生活圈跟青浦生活圈会连接在一起，所以其实也很方便。对我来讲哈，不是说所有人都集中到桃园跟中壢啦，好，各个地方的生活圈都要照顾啊。对，这条路我请那公务局先说明它的规划原则。是，现在正在进行定线哈，是，就是从我们那个航空城通到草踏哈，大概总共的经费大概20亿，正在定线当中。好，那你这条。希望连征收都还没了，我知道连征收都還沒。我们要先定线，要做工程的设计。所以尽速哈，让草踏这个活化以后，连接到青浦那边，也是一个市长的功德了哈。当然还有很多路需要开通的，我打个比喻，中富路你有没有去看过？我把记下。你下次你那个看一下，就是中爱庄那边中富路，我知道有一小段还没打通而已。对，那一小段是那个是瓶颈路段。一台卡车过刚刚好而已，但是里面呢有伦平工业区在里面，对，它真的几乎不能走。希望不是，如果能够我们优先列入瓶颈瓶颈路段打通了，这个是打通的话有如果有困难，是不是往山东路口那边接下来？是，哦，那个地方只一段没有，差不多不到。这一条路哈，我专案来去勘察，好吗？好，因为这一条路其实我知道它在中爱庄那边，对，那。有一小段的瓶颈路段，而且那个路不是很直，那要稍微调一下。那我想我们去看完，把它列入瓶颈路段打通的方案。市长，连会车都不能会车，那一段中富路那一段哈。对对，我知道。那局长你知道哈？记得。我请公务局安排勘察。哎，提醒市长，那一段路会勘，你先去看好，怎么做会最好的，请市长去裁决，好不好？好，好，谢谢两位局长，请坐哈。还有，还有一个市长，我想白沙甲灯塔哈。应该你也很清楚，对，新屋的黄色小鸭来了上百万的人啊，对，一只小鸭，黄色的小鸭，来了上百万的人，观音的白沙甲灯塔啊，几乎在座的没有人去过啊，几乎啦哈，90%。这是北部地区非常有名的灯塔，对啊，现在上百年的。已经由风管处转移给我们桃园市政府来管理的嘛？还没有吗？现在还是属于航港局。航港局对。好，那我们来协调哈，那个配合航港局的管理的措施。那我们有一个计划，我想那个白沙甲是风景区的景观改善工程哈，那个现在已经在做了。我请那个杨局长说明一下。是。好，我们现在把白沙甲灯塔周边，那连同整个连通到海边的哈，包括像观音溪旁边中兴路一直连到这整个。周边的修缮哈，今年年底会完工。那白沙甲灯塔的部分呢，那个市长已经有特别指示，要去跟那个航港局的局长再约他，我们来商量将来怎么样共同来经营那个地方。如果愿意交给我们，也非常乐意接。对，但是如果不交给我们，那我们来共同经营，因为周边我们都已经整理好了。因为我们观音哈，农委会也让我们通过一个鹅銮鼻灯塔就这么多观光客。对啊，何况我们北部地区最好的灯塔。而且我们观音的修区已经通过了哈，农委会已经通过了。对，那有连带关系啊，观光对那个连在一起，那個、配合观音休闲农业区，以后去白沙甲灯塔玩。对，而且市长，你不知道有没有上去过？我没有。那个灯塔那个哈，对，100年了，它那个铜啊，
还是非常的漂亮，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我去看了以后，现在灯塔的功能呢，不是导航的，是在观光用的，所以我们要接收下来，让桃园市民免费进入，一天限定多少人都可以，能够带动地方。我告诉你，真的是很值得看，从那上面看过去，整个海峡通通看得到。那么好的地方，我们竟然都没有在规划。这是桃园最好的灯塔，是，对啊，也是北部地区哦非常文明的灯塔。以后被斗欧最高被过来哈，就要经过白沙甲灯塔才能到淡水啊。而且你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哪一家工厂在污染，你知道吗？不止观光而已，你局长你要去看一下，连环保局长都要去看一下。这样子、啊，我两个星期内哈、哦。安排一次白沙甲灯塔以及周边环境改善的这个，因为年底要完工嘛，我两个礼拜内安排看。那我请我们市政府的团队一起去看，好不好？好。那配合观音休闲农业区的计划，把白沙甲灯塔的观光纳进来。这一点我倒是认为应该要，就观音来讲，以前有海水浴场很出名，现在没有海水浴场。那白沙甲灯塔似乎可以成为一个另外一个亮点。所以那一天我问到哈。观音海水浴场现在是停试用，但是呢，很多人去玩，玩什么？玩帆船、风帆。对。那会不会有危险性呢？这点我们也要负责任的，不要到时候吼，这个还是要请我们看是消防局还是哪个单位吼，列入。这一题请消防局研究一下吼。对。观音海水浴场封闭了，那现在有民众自己去玩风帆，那这个。规范跟措施该如何？对，包括市长那个是有专案核准，他有各种专案跟我们申请，要申请哈、哦。对，那他们也有自备所有的救生设备、救生员。那这个要公告了哈、哦。是。如果是专案核准的话，那要公告。可以，嘿，我们希望专案核准他，但我们担心的是万一谁要负责任？还是我们市政府负责任？对，没错，对不对？好，请他核准以前尽快核准，所有的安全设施做好来，是，好不好？好、哦、好，那白沙甲灯塔的这专案勘查，我就两个礼拜内我请观光旅游局来主办。好，那也约同航港局，是啊，也约同我们当地的立委一起来看。好，那如何共同经营，让它成为一个观光点？好，那这样局长知道哈、哦，是好，尽快好不好？拜托哈、哦，因为我都有去看，我很用心在看。谢谢。好，局长，我请教一下哈、哦，因为这个一直老问题啊，很讨不是。市长，我请教一下哈，很讨厌的问题啊，哈，早教的问题很讨厌呐。不会，为什么早教问题我们要保护好？我们一直受困扰的是渔民，我们都很喜欢早教，连渔民都很喜欢早教。在很早以前，早教跟渔民共同生存，相安无事。对，啊，来了一个，工厂来了那么多，结果来一个台电，来了一个中油又要来了。又要离岸的风力发电，都会迫害沿海的生态。沿海的生态，结果怪到谁？怪到渔民，有道理吗？没有道理。渔民很喜欢藻礁啊，藻礁能够维护，帮忙他维护海洋的生态，能够看好这个海洋的污染，渔民能够抓到鱼，大家都相安无事啊。但一个保育法也就算了，现在又要保护区，那不知道渔民还要如何是怎么样好？他说我们一家大小都是靠这个海边长大的，也没有怎样。他真的以前抓鱼吼，可以养活这些一家大小，啊，现阶段又把它规定的那么严，我们希望渔民也希望一起来保护。问题不是出在那里，是出在把破坏沿海生态的海岸生态的是谁？跟市长讲吼，就是中油，他挖了以后杀鱼鸡过来。把藻礁那些通通被它淹死了，再来台电进水口出水口吸了一大堆，这些都值得我们探讨。而且你台电又要再增加四部机，你环评有没有做好？对地方上真的完全都没有贡献。以外，我们停电每次台风停电最早就是我们，最慢复电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在线的末端，但是发电厂在我们隔壁。很多人抱怨市长，你要做一个公道。好，藻礁保护哈，我们会尽心尽力。现在污染已经大幅下降哈，这点，那我们未来跟渔民的那个，他们原来是和平共处。对。那藻礁区的核心区是不能进去啦，
那其他区域怎么样子合理管理哦？我们来研究一下。好，那第二个就是大潭哈、哦、要增设四个机组，那当然是国家的电力政策，但是呢，不能大潭增设，关林没电，对，或关林缺电的时候跳电特别严重。那目前哈、哦，台电我已经强力要求，它编列了8000万，关林跟新屋哦，馈线全部更新。嗯，第二个我要求主干线要地下化，那这一次是2天就修好。但是呢，我希望将来跳电能够减少。那关音，好，谢谢哈。那个，哎，吴议员所提出咨询的哈，会后给吴议员一个资料哈。哎，感谢吴议员体恤市长的繁忙哈。啊，这少说10分钟，谢谢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陈美美议员提出总咨询，40分，请开始，谢谢。好，谢谢副议长哈，市长各局处首长哈，大家早安好，我们现在哈桃园啊哈这个图书馆啊总图哈也要成立了哈，但是这个社区型的哈这些小型的图书馆啊哈是不是哈也能够在人口稠密区的地方哈来做规划，像大业路大有路哈这个区块啊这几年哈不止哈有3所这个国小哈还有2所国中哈在这附近啊有时候这一些就是家长或者地方的民众啊哈也都非常期待说哈地方哈能够有一个阅读的地方好啊，像我们之前哈有开工的哈这个亭二哈虽然是做多功能的使用哈，但是要符合这个区块哈对未来这个使用率的话哈可能还是有不足哈，是不是能够在相关的这些地方啊哈，因为我们这21啊哈也迟迟还未征收啊哈，或者是说也可以跟我们小会计从化区这边哈来跟他们协商哈，是不是哈也能够找到适合的点哈设立这个就是比较社区型的公共图书馆。好，普遍设置图书分馆也是我们的政策，那我们桃园也有30几个分馆，那我想哈、那个图书馆的包括借书率包括使用率也是一个文教指标啦，那大有路大业路这边哈当然目前是比较缺乏图书馆，那我们再来研究看如何应该有个会计分馆的话它是比较靠近三民路这个区块哦，会计分比较靠好，那我们在一个合理区域来研究哈、哦，那看看，因为这个部分我想哈、哦，用地取得哈、哦、是一个问题，因为那边公有土地哈、哦，我们要取得以后才能够兴建，我们来专案研究，哦，就哪个区域恰当，哦，来，因为会计分馆好像就在春日路这边，会计分馆是在三民路上，哦，三民路了哈、哦，对 ，OK， 那个。你的意思是比较靠近那个宝山路、大有路、大业路这边嘛？哈，对，比较靠近。来了解这个部分，我们来研究哈，有无设置这个大有分馆哈或大业分馆的可能性，好不好？好，谢谢。再来就是哈，之前呢、啊、哈。市长你也有去参加过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哈这幼儿园的部分哦有分2种嘛哈，一个是在就是社区哈，社区型跟学校附有跟学校里面的嘛哈，对啊，但是说有时候这个空间的使用上啊，或者是说就是民众哈也有反映到说哈，比如说他要把现在社区型的哈并入到这个学校的话，那这一些相关的这一些教保人员哈，这些老师啊哈比如说社区型的话，
他们要并入学校的话，这些教保人员呐、啊、的资格是不是符合这个学校的教保人员的这个相关资格？可以请局长。好，这个吼、哦，等下我们大概有39所啦吼、哦，是社区型的，有147位教保员。那这些如果将来有一部分转移成学校附幼，他的权益怎么转换吼、哦？请教育局高局长说明一下。好，那跟一座说明哈、哦，那个我们现在对私立幼儿园哈、哦，还有他的分班哈、哦，他的这个教保人员出缺的情况会有那个管控啊，所以分班迁移的话，他会配合这个人员管控的情况。来逐年进行，不是一次就要做大幅的调整哈。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跟教育部联系哈，那教育部现在也在立法了哈，就他们已经拟出了教保服务人员的条例草案。那目前国小是每一个附幼他可以配一个教保员，那我们现在也在国小增设附幼的情况，所以这些在将来呢，易作所关心的这些教保员都可以转到国小附幼去。因为哈，我们非常好关心，因为之前的哈这些教保人员呐哈他们是只要说哈有幼教相关科系毕业的哈就能够在新法实施之前哈有这些资格的哈就就地合法嘛哈，啊可是还要再补一些相关的学分之类啊，但是现在哈比如说我们把社区型裁撤掉哈换到学校来设置的时候，这些教保人员的话，他的资格是不是全部都符合？而且哈、哦，学校这些相关设置地点哈、哦，是符合这一些比较弱势的学生他们的就学？因为前一阵子哈、哦、这一些新生报名入学的时候，我们就有接到一个个案，他是比较弱势的家庭哈、哦，他是由那个跟爷爷奶奶住哈、哦，爸妈都是在外地工作。变成说他要上学的时候，他因为他的报他就是漏报了哈，就是比较就是漏了哈那个比较弱势学生要报到的时间，所以他挤一般生的时候又挤不进去啊。虽然这边哈有做协调，可是他要到阳明那个社区活动中心哈那个区块去上课，可是那个阿嬷他又不会骑车。所以这也哈影响到那个小朋友的那个就学的权益。我是希望说在选择这个区域位置的时候哈，能够来更详细来规划。是，好，这个我们会详细规划。好，谢谢。谢谢。这哈也是一个哈你也非常了解哈这个中路地区哈，尤其哈靠近农寿街这边哈，前阵子哈那个学校的那个礼堂哈开工规划的时候，你有提到哈那个区块哈非常缺乏哈这些公共空间嘛哈，啊尤其这几年来哈这个区块的这个人口也越来越稠密，那我们目前呢哈。这个就是龙泉六街和龙泉五街哈，都是未打通的这个都市计划的这个保留地的道路啊，而且这个龙泉六街哈这个区块哈又有一些公园的相关的预定地，是不是哈能够来逐年哈编列相关的经费，可以先把这个道路先打通，让这个地方的民众啊交通能够来。来疏解，不然全部都挤到龙泉二街哈，这样子对地方上的发展也有影响。这个案子我蛮了解的，就是龙泉五街六街哈打通案，那这个区哈它的公设很多都没有完成，也没有征收。那目前市政府是鼓励做容积移转来取得土地，因为它这个征收的费用非常庞大，一条龙泉五街六街打通的。都是成本都是好几亿，所以目前在我们的那个瓶颈路段打通的预算哈，全市的话是编列了2亿，所以没有办法说哈，只去处理龙泉五街跟六街，这难度是因为申请要打通的那个道路非常多，所以我想这里哈应该还是要鼓励哦做容移，
那容移到了某个阶段，如果只剩下一点点，那我们按照取得成本、地上物拆迁的难易度跟交通的效益等等，我们来排出优先顺序来处理。每个案子对我来讲都重要，但是总是预算有限，要排出一个顺序表。我是希望说哈，因为这个区块的民众啊哈，像我们经常去到那里哈，市长你也知道哈，经常去到那里，很多人都说哈，这个区块好像是三不管地带，好像没有三不管，是我们桃园市政府在管。对，他可是当地的民众会觉得说这个因为靠近哈八德又靠近哈桃园哈，没这个差别。我是希望说以前有，现在没有了。我是希望说哈，这个相关的部分哈，我们也要来检讨看哈，怎样来把这个区块哈，能够把地方的这个公共设施哈，能够来开辟。以前整个这个桃园的中路靠这个蜀桃这边哈，以前的设施做的不多，我们现在又做了皮塘的公园，又要做龙岗的亲子馆，那边也有一些道路哈，跟这个小型的那个道路打通计划，那这个区段这个议题我了解，这个议题主要是经费问题，我们哈尽可能想出哈，看有没有办法用容积移转的方案哈来取得土地，如果容积可以取得土地的话，这个地区的开发的成本会下降，这是历史留下来的问题，那我们没有办法一天内解决。我当然知道说哈，这个是没办法一天内解决哈，那因为现在哈，我那一天哈，经过那附近呐，哈，也跟有一些民众聊天呐，哈，他们也提到说哈，那个龙寿街啊，哈，这么大条的一个马路哈，居然是叫龙寿街哈，是不是有可能哈变成龙寿路哈？这个可能后续的这些相关的调查哈，可能也是要请那个民政局这边来协助，因为街改路哈，不是说不能改，街改路的话哈，它的地政户政都要调整，那民众要支持，那这样子那个有它有个程序啦，有一个那个我们的道路命名的程序，那个自治条例的程序前面是民意调查，那如果民调能够通过的话，才会进入程序。我请李金玉副局长说明一下。好，有关于龙寿街。要改成龙寿路哈，它有一定的依照我们有这个桃园市的道路命名的自治条例，这个首先由这个公所来提这个拟定计划，然后由副所来配合，我们会在当地哈依照只要符合这个条例，我们会在当地召开一个说明会，啊，让这个里长。跟里民了解我们更名，然后要有过半数的里民同意，哦，又符合我们的自治条例，我们就可以做这个道路更名的这个相关的程序。不过我想哈，未来哈，未来我也可以跟那个议员说明，将来铁路地下化有设一个永丰站，哦，这边是永丰路，这边是龙寿街，这里会形成一个布利桃园医院的生活圈。所以将来那里哈，会也没有八德跟桃园的差别啦，那对面就永丰高中，对，那还有个茂联的从化区，所以我想将来这整个区域哈会发展的会比以前好。那您讲的哈，当时哈，其实坦白说，龙岗里、龙翔里这个地带哈，包括龙寿里这几个地带，以前公社确实比较缺乏，但是盖那些社区的时候，要取得建筑线指示，仍然要有连外道路，所以当年哈就是一定有。社区一定有一个基本的连外道路，但是现在人口增加了，就发现计划道路还没有完全开辟。您讲龙泉六街哈，它是只有八米而已，它是八米的计划道路，这些一般以前都还没征收，八米计划道路现在征收的不多。那这一条路哦，如果征收成本是2亿5千万，那开辟的成本大概才1500万，等于是2亿6500万的成本。所以我才会说先鼓励容移，容移如果到一个阶段以后，让这道路开发成本下降，我们想办法来开通。那因为这种案子哦，全市有需要的大概超过100件以上，所以我没有办法一次把它完成。好，所以哈，我们才会希望说哈，有相关的哈一个方式哈来做这个一些这个
已经哈都市计划内的哈这些道路啊各方面的哈公园啊这些相关的开发。公园我们有公社检讨减半征收的方案，可以降低成本加速开发，我们有这个方案。道路的话是有容积移转的方案，那这些方案其实对地主的权利也有所保障，也不是都没保障。好，谢谢。那市长哈，你知道说哈，我们现在啊，这个土地的这个征收条例呀，哈，要做修正，市长你知道吗？那立法院有提案要修正，那内政部版本还没提出来。好，那你有了解说立法院的这个修正的版本吗？立法院有很多委员可以提不同版本。好。可是他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比较已经送审的这个统一的就是这个版本嘛。我先跟议座报告一下，因为内政部最近正在检讨，已经有请各县市政府提供修正的意见到内政部去，内政部在整理这个条例的这个修正的草案啊，开过一次会，在大概大体的讨论啊，那里面的内容我看起来很感谢议员对这个征收条例的这个关心哦，这个问题提出来真的是对桃园的建设是蛮重要的哈。那因为这里面的话，我看那个草案的话，我大概有两点，我来说明一下，对影响会比较大。因为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地区要办区段征收的话，刚开始拟的时候就要办理听证，然后这个事业计划在拟定的时候要办理公听会，公听会的时候如果有人有异议的话，还要办理听证，然后正式报到内政部要审的那个征收的时候，如果委员还有意见还有必要的话，还要办理听证，所以这个程序就蛮冗长的哦。这个是第一个影响蛮大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以后要办理区段征收的话，一定要协议架构达到90%以上的话才可以报。他为什么定90%呢？因为他们内政部大概认为说，以前的区段征收案领地的比例大概都达90%以上，他就用这个比例来定。我是觉得这个比例的这个那个期间的话是有一点需要再讨论的，所以在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想有两个程序可以处理，也就在内政部正式开会检讨的时候，我们会提供比较合理的建议的意见。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到立法院的时候，我们会请委员也帮我们来协助，来提出比较合理的意见来修改。因为局长你讲的是内政部的版本，对，因为我们最近有收到的是立法院的这个立法委员由我们的这个部分区的立委一位蔡委员提出来啊，里面也有市长和我们地方都熟悉桃园的这个部分区的立委他在这个条例里面影响我们最大的是第四条就是有关于区段征收的这个部分呐他们就是说区段征收是比较不符合这个公益的部分呐所以删除，如果要征收的话就采一般征收还有就是采我们的那个一般征收的部分或者是说四地重划的部分来做这个后续的征收。但是你这个它这个版本真的是影响地方上真的是有保障到民众的权益吗？我是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问号。我来说明一下一般征收、四地重划跟区段征收都是方法，各有它的特色。那但是地方政府为什么没有？市长，他现在这个版本立院就是送立法院的这个版本他是把因为这立委提案通常一个立委他连署一二十个就会提案，这个在立法院是常态，他也不会只有一个案子，将来会很多案。对。那目前你看到蔡委员的一个案子，就觉得说那个案子好像代表他只代表某些意见，因为他是农村镇县的，他有他想维护的价值，但是这个社会意见不一样也很正常，所以我不会去针对评论一个立委的提案。我想我比较在乎的是内政部的版本，那么内政部的版本对我们来讲才是比较重要的。那事实上我们办公听会或听证会这个程序虽然比较慢，这个程序我们要完成不难。那至于说那个架构的比例要到达90%，那个门槛是否过高，我觉得内政部一定会衡量，因为区段征收仍然是地方政府推动公共建设重要手段，也是保护地主权利的重要手段。
坦白讲，区征如果办得好，对地主权利也是有保障的，也不要把区段征收污名化。那另外有些政策，我认为哦，那个政府没有那么多财源做一般征收，所以他才会采取从化跟区征的办法。我倒是认为说哈，我们市政府可以表达说哈，不必所有案子都要区征，有的用从化也可以，有的应该是内政部哈想办法用从化的规定，让我们循程序把它从化完成。我认为从化也是一个合理的，而且从化分配的比例也高于区征。这个哈虽然是哈立委的提案呐哈，但是我们哈还是要掌握哈这些相关的资讯呐哈，因为他这个哈把第四条哈区段征收删除掉之后，他只能采一般征收哈，还有四地从化的部分。假如是说哈这个案子假如通过的话，或内政部长还没有送啊，他的版本还没送啊，这个案子假如通过的话，这个不太可能，因为这个区段征收是行政部门哈非常重要的推动公共建设的方法，所以不太可能说立法院单独立法，而没有行政院的对案。我想，如果只是按照委员一个委员他有什么想法，找一些委员签署就变成是国家的制度的话，我觉得这样也太草率了。内政部一定会很负责任的收集学者专家，包括各地方政府的意见，会定出一个比较周延的版本。我是希望说哈，我们市府哈能够这个后续哈有关于这个土地征收条例的部分呐哈，能够来深入了解哈，能够争取对我们地方哈民众哈，还有就是地方上的建设发展哈最有利的。不然好像今天报纸哈也登到哈，我们这个 A 十站的部分呐哈要采区段征收嘛，那你讲这一些哈就是已经定案了。这些部分啊，后续的还有航空城，还有其他的一些重大的建设的部分啊，哈，都是影响我们桃园好的地方上的一些相关的发展。好，我说明一下哈 ，A 十站大概30几公顷，那昨天内政部是初步审议完成，那内政部公告核定后，我们就会展开区段征收的作业了，所以 A 十站等于是已经定案了。而且是采用区段征收的方法，将来这里三鼻站的周边会发展成为一个生活圈，那也会有社会住宅，也会连接到南崁，将来也是我们的转运站，将来南崁要搭机捷会到这一站，所以我认为哈，我们会把这个 A 十站的它的那个发展潜力，以及它的对于我们桃园的人口产业的影响，把它正面的效益发挥到最大。那在开发的过程也会照顾到地主的权益，我想这个基本目标都会完成，大家放心，以后三鼻站会很出名 ，A 十站哦，那个大三角地区哦，这个发展的时代来临了，一定会把它顾好。那至于其他各站哦，包括 A 二十新南站、A 二十一环北站，以及有中立的后站体育园区，这三个区征计划，我们都会循程序跟内政部争取。好，我是希望说哈，我们桃园的建设啊哈，在明年的部分呐、啊、哈，市长你也提到说哈，明年是我们桃园的建设 年，所以这整个的相关的建设啊哈，希望能够哈按照期程哈如期来动工来哈来完工这样。我想我们的社会上会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是对我来讲哈，我在地方首长的范围内。我一定会秉持着公正、效率，符合社会公平正义，同时也符合都市发展需要的立场，来推动这些计划。好，再来哈，就是昨天呢哈，我们哈也去社子长这几天哈也到了很多学校哈做一些会刊嘛哈，啊昨天哈我们汉局长哈也到了慈文国中哈，他们要建设这个活动中心呐哈。但是这個、活动中心哈、要建设，当然是学校也非常期待啊，地方也非常期待。但是有一点哈、就是说，我们这活动中心在盖的时候啊哈、是不是哈、能够把因为周边哈、也有民众哈、也有在反映呐、哈、是不是能够把在
开挖哈地下室哈，让周边，因为周边是一些老旧社区哈，相关的这个停车空间呐哈，那附近哈也没有比较适合的一些停车空间，是不是哈能够来做这个相关的这个停车场的一个设置？这个我来说明。学校哈在开发停车场，最佳方案是建校的时候，一开始就共购。那第二个是，真的在都会区有需求，配合整个操场或操场的改建，比较大范围可以开发。这第二种，第三种单独一个小的活动中心哦，开挖地下室一楼两楼，那么车辆没有几辆，那费用非常高，而且经营的效率也会有问题。这每个个案要评估。那慈文国中的活动中心哦，是否足以做着一个商业的停车场来营运哦？这个我们要优先完成的目标是，慈文国中需要活动中心。对。那其次才是考虑到这个周边，我们盖活动中心不是帮居民哈说，就盖比如盖个50个停车位，要花多花1亿，这样不是一个推动的方法。这个案子要进入具体评估，假如有价值，我们加盖停车场；假如效益评估起来比较没那么高，那我们可能会采取单纯的活动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这个案子我有听周边居民讲过，我跟他讲说以效益来评估，我们进入评估以后再说。好，我是希望说哈能够因为学校哈他们每次办就是一些毕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要跟其他地方商借哈这个场地啊哈，这个活动中心哈的需求哈也是非常急迫的。所以议员的意见跟我一样，就是说要发展以这个活动中心完成为最高目标。那其次次要目标我们再来评估效益。好，我是希望说这相最好哈能够达成哈双赢的部分，然后也能够让周边的民众哈有受益到啦，啊也让学校的这个学生哈在有一个比较室内的活动中心这样。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双赢，就是以学校为优先了。好，好，好，谢谢。请教我们研考会，今天是那个，因为我昨天哈有接到哈民众啊跟我们反映啊哈，我们目前的这个1999啊哈，都是就是民众打进去之后，比如说有民众，比如说他有反映一些问题啊，可能还没有讲完的时候，他就要再重新拨打一次哈，啊可是接听的人哈，可能会有不同，就是不同的接听人员哈，啊他民众就是会反映，就是说啊我再打一次的话，接听的人哈又不同，啊我的问题又要再重说一遍，啊他有反映到说哈，我们有其他的县，就是像台北或者其他的县市哈，是不是有比如说他的问题还没有讲完之前呐，好的前两分钟还是几分钟？是不是哈能够有一个可以帮他记录下来哈，就是电话联络的方式之后，他再回拨给那个就是有一个专机再回拨给对方。我们目前有这样的机制吗？跟议员报告，那基本上我们就是前十分钟是免费嘛，所以十分钟一到的话电话会断。那我们在教育训练的时候有跟这个话务人员有特别交代，你时间快到的时候，你应该要提醒民众。并且呢，要告诉对方说，这个接电话的他的这个代码或者是他的姓氏，方便民众在进线的时候可以找到。那因为目前1999它是没有办法外拨的，因为我们会做一些的一些控制，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会再加强教育训练。所以我是觉得说哈，这个部分哈可以加强训练哈。因为台北的1999是不是有就是回拨的这个相关的机制哈，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来研究一下？好，是，所以这个部分哈，我是希望说这个后续哈这些相关的改善呐哈也能够来进行。好，谢谢，我们会努力的来做改善。好，谢谢。再来就是哈，也是跟我们民政局哈比较有关系的哈，我们现在啊哈就是说，这个区域就是里的区域调整啊哈，今天好像也要开相关的说明会嘛。
我们定有区域调整的自治条例哈，那拟定机关是公所，那我们民政局的立场是全程参与哈，然后协助这个分离的这个。现在目前我们1月12号就105年1月12号通过以后，我们就是全部全体总动员在协助各区来办理区域调整跟征领这个业务。那我知道桃园区目前想要这个分离的部分大概有4个里，那我们都在努力进行中。因为哈有一些就是说我相信哈副局长你也知道哈，我们像我们桃园区啊哈比较市中心区的哈，因为大部分哈它的那个户数哈都就是住的户数啊哈，就是有在户籍地的户数的人口哈，是以你比如说你的那个条例来讲的话，可能有些会稍微偏少一点。但是这变成说这是里长啊，他是地方上哈比较亲近又比较了解哈地方发展的这些里长，如果把这些里哈来做调整的话，可能哈对当中的这些民众的相关的权益哈可能也会影响到哈。我是希望说哈能够尊重地方里长的还有地方民众的这个相关的意见。我们都会请听里长的意见跟居民的意见哈。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并里的计划。好，来以上说明。目前还没有并里的计划吗？没有。好，好，谢谢。好，我们经发局，好，朱局长，不好意思哈。是。因为最近呢，哈，我们桃园的哈这个观光夜市啊。是。因为这几年呢，哈。你有去逛过我们桃园观光夜市吗？有，还有中坜也有，中坜夜市还有中原夜市都有去逛过。好，你有觉得说我们桃园观光夜市的部分呢、啊？哈，比较靠近哪一段的那个就是生意比较好？应该靠近那个游客中心那附近的比较好。应该是说北埔路那里。是。好。对。因为最近啊哈，我有再去这个观光夜市啊哈，很多民众他们就是不管是在地的那个商家哈，他们也也有指出来哈，就是说北埔路是生意比较好的地方，那个正康二街的部分啊哈，越到后面啊，这个生意哈消费的形态啊哈，生意哈就越来越就是消费族群就越来越少。那有关于哈我们这个桃园观光夜市，你如何来把这个夜市来重新振兴起来呢？有什么相关的计划规划吗？谢谢一座哈，我想这个部分，因为我们跟自治会其实我们的那个互动是很密切的。那有关于整个观光夜市的这个未来的要怎么样提升它的这个就是来客率或是消费的这个能力哈，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跟自治会都有在持续的做讨论。那我想。我想观光夜市要怎么样把它提升它的这个来客率，其实因素很多啦。那当然除了整个大的这个环境，可能这个大家就等于说消费的意愿不高之外，那当然另外就是说包括说一些公共的设施跟引导的标志，这个其实我们都有讨论过包括说像厕所的导引标志啊这些东西，就等于说让整个夜市逛起来会很舒服的那种那种感觉哈，我想我们会努力朝那方面去做。嗯，因为我们哈，尤其我们桃园区哈，就只有这个观光夜市啊哈，而且这几年来啊哈，生意比较好的就只有北埔路，正康二街哈，这一个区块的话，有时候去的时候发觉哈，有一些店家哈或者摊商啊哈都。很多都好陆陆续续因为生意不好，所以可能休息的店家的就是也比较多一点，所以怎样再把这个夜市哈重新带动也是考验哈我们经发局哈这边的相关的一个如何让地方的产业经济哈这种最弱势哈的一个产业经济哈的发展。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是不是在很短时间内赶快再跟自治会去做一个讨论，我们赶快研拟出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这个行动方案，来振兴我们的这个夜市的这个消费。好，我是希望说你后续能够把这个部分能够来做好。好，谢谢。好，谢谢。那我们农业局长今天请假嘛哈，那我想询问有关哈，我们现在这个农博的部分呢哈，目前这整个的进度呢？是，那我们农博最主要是我们在整个一个信路区在北埔国北埔国小跟那个信路气象站的附近，那我们整个规划大概有25公顷哈，那包括周边的我们一定规划到30多公顷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我们目前进度以我们成立一个农博办公室来做一个各局处的一个统合，那由我们副市长这边在带领之下，我们统合的工作、分工的工作，以及整个一个各科室的一个整合，包括经费，包括所有的一个分工都已经完成。那个那整个预算的初步估计我们也在6.5亿的一个规划范围，包括106年跟107年来编列预算来进行整个一个农博的一个推动一个活动。那初步工作我们该就在106年应该要办理的一个规划工作，那我们目前已经都在初步完成初步的一个规划，预定在整个一个11月左右，或是今年最快的速度会完成那个花报的一个动作。那我们会依照我们一个既定的行程这个期程来推动来办理。那我们现在这个农博办公室有多少个工作人员在协助？那目前我们有一个譬如说我们有指定，我们现在有一个参事在领导，那还有我们一个专门委员，那目前大概有7-8位。7-8位是因为这市长，我觉得农博是这么大的一个计划这7-8位人员可能还是有些不足啊，okay. 是不是能够有一些相关的就是部分啊人员是不是能够来做调整增加？好，我想农博不是只有带动新屋，也带动整个桃园的城市的形象，那未来也是一个观光景点，那明年试营运，后年要正式，时间上其实也蛮赶的。那我想农博办公室的不管是我们各单位调集的或增加的约雇人力，如果不足的话，我来专案来调整，让这个它真的能够发挥整合协调的功能。好，因为这个案子如果能够规划得好，也可以让我们包括地景艺术节、永安渔港这几个都可以整合进来。那将来我们外国观光客来到了桃园机场，也可以去我们农博基地看一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价值的。那25公顷的展场其实也蛮大的，那也能够成为一个桃园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景点。因为这农博也是整个我们桃园明年度的一些明年后年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重点对，也是带动我们新屋这个区块的一个发展。因为之前县府时代办的这个地景艺术节的时候，这个新屋的也是挤爆了整个新屋啊，所以我是希望说这我们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呢这相关的这动线的一个规划、道路的规划可能也是要把它考量进去。没问题，将来61号快速道路也会通车，然后台十五线也可以搭配。那另外就是像这一次新屋地景艺术节那包括巴德皮塘公园来了90万人，那今年的疏散也比以前好很多。那我们会在农博的交通的这个规划上预先考虑到进出场的动线。好，我是希望说后续这个部分能够来好好规划。好，好，如果61号快速道路能够通车我们会多利用这条路。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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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请坐。好，那么我们中场休息10分钟，休息。
好，大家就坐，我们继续开会。接下来我们请徐其万议员提出总质询，40分请开始，谢谢。谢谢主席、副议长，我们市长、副市长，各局处首长哈，各位同仁，还有府会联络人、媒体记者，大家好哈。今天呢，我们的市政总质询，我要请问我们的市长，这几年，从这几年当中，包括你主政也快两年了哈，你认为桃园我们桃园市的13区，哪一个区生活品质及生活环境最差？我想哈，那个每个区都有它的特色，那每个区都要建设，每个区也要照顾。我现在问的是哪一个区，你给的感觉哪一个区生活品质、生活环境最差？我认为每个区都不错。应该以严格来说，应该是大安区，生活品质环境最差。为什么？你一个机场在这边，它的噪音的这个干扰，影响我们大安乡亲民众，它的睡眠品质非常严重，而且产生飞机在起降、跑道起降的粉尘，包括待机，它的整个这个油烟所排放出来的粉尘，以这个整个这个空气的污染，都造成机场周边的我们大安区机场周边的住户呢，整个受到最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再加上呢，东北季风一来，也在讲大家农民种无食，大家非常辛苦的种植，但是因的收成呢，简单同时。内心呢，会使讲减一半。同款，你辛苦你播种，但你收成就是减一半。好，所以在当东北季风的不明公害的因素，造成着沿海这些农民呢，生活甲伊的这个收成受足大的影响。所以讲，以这义捷这个地区来讲，是正经确实一个上界生活品质甲生活环境是上界差的，尤其。咱即马一个航空城要推动，进未进，退未退，造成即马环境相亲，大家伫遐叫苦连天。希望若要做，政府若要做，恁就赶紧来做；若无爱做，你就统统赶快做公告。啊，你个靠坑伫遐个，即马一寡百姓呢，因为这个修房舍、修缮、漏水，包括要带囝伊新妇、新娘，这个新娘房要给改善要做。到底是要安怎来征收？征收落去，无两年，家己如果你们来征征收，造成着现在呢，所有的征收区的百姓，现在真的举棋不定，真的无语问苍天。一直问议员，咱这航空城当时会征收，我讲的问市长嘛唔知，连中央甲咱嘛遥遥无期，会使讲损失着。咱的这个地、这个百姓呢，非常大的权益。尤其咱即个一寡建地，包括丁种建地，人厂商要来去在你们的这个整个航空城规划为工业区，伊即个想要来去遐边，来去工厂。但是呢，在申请建造就被你们卡住了。你们申请呢，就百般的刁难，公文就是以。避免后续开发影响台端权益，能请暂缓申请建筑。你这种的，咱的政府敢会当安尼做？土地是人的，你也是规划为将来的工业区，但是伊即摆是现成的包商，现成的包商呢，上界重要，这是咱赶快要去跟他做协助照顾。既然是往后的我们规划的工业区，那现在他们要给他。盖工厂，只要不是污染的，我们都可以给他来协助。何况我们市政府呢，一直在对外招商。我们桃园航空城公司已连续5年亏损了5820万元。对哦，那我们现在还在一直在招商。那县城航空开发区里面呢，那这些建那所有的这些工厂，他们有意识。要留下来，留下来在你们的规划的工业区里面，你们的产专区里面呢，
来继续生存。但是你们现在所种的这个供电，现在目前是电总工业区可以申请，但是建筑案件你们叫做迟迟不发，那你们 要如何解释？那个议员，你的意见跟我意见有很多是一样的。那么计划不确定，那么地主哦没办法合理利用土地，哦这个是这会造成哦那类大园的居民的损失，所以我们希望内政部能够赶快审议那类航空城的区段征收。那目前我们市政府已经把听证会的结果报给内政部，那也配合做都基调整了。那现在目前哦仍然在内政部的这个程序里面，内政部程序呢定案。我们后面的程序就会按照进度表来，这没有问题。那您刚刚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航空城的现有土地哦，它以后区征以后是重分配，列地不一定分配你家。那这个部分哦，将来如果产专区要划保留，产专区要既有的保留区，要经过审议以后，它保留在原址。市长哦，时间有限，产专区是要征收以后改变地目，那另外再说哦。以现在目前的丁总建地，它是符合盖工厂的、这个案。这个我没办法说哈、通案处理就是说，个案假设丁总建筑用地将来会划设为产专区，这个形态是否现在容许申请建造，我请都发局来研究，好不好？啊，这个你们要彻底去了解哈、不要因为它本来是丁总建地就可以盖工厂，那你现在它将来是划为工业区，它也是在这个地方也是工厂。那现在他这些建筑送出来就被你们，这个整个，建筑都给你们卡住了，这个是不对的。要看他是否分配在原址，因为区征也未定，所以他也有可能分配到别的地方。但是原则上，我们零星工业区是希望能保留产业，尽量保留。这个原则，经发局也做过调查，将来也会尽量保留。另外还有一点哦，这阶段能不能够申请建造，我请那个我们的都发局来专人研究。还有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哦，现在大园区整体的发展，真的我为大园区整体发展的忧心。不管是道路建设，通通是跟航空城有关系，果林都市计划也跟果林那个航空城有关系，包括我们现在的自家建物更新，也是受到航空城的开发也有。整个连带关系，包括你现在呢，我们国道二号这个整个这个断桥到现在还延宕，还是没办法再继续延伸。国发会去年就已经通过整笔的预算，那我们也是希望，末端那边是一般农业区，要赶快做我们做整个做一般征收。那前端，那因为是航空城开发土地，那是不是？市长你也对外常常讲，在报告市那个下乡座谈你也谈到要赶快来协助用土地用征收的，在明年来办理征收，包括租地完成，明年底有没有办法真正的动工？这个案子哦是100%国工局在主导，那我在地方上我是主张应该要这个一般征收路段先行开发，航空城路段要请国工局想办法先行取得土地使用同意书，这样才能够加快这个进度。假如等到航空城计划定案，然后再来取得土地再来开发，会慢好几年。因为你如果说照整个高工局他所谈的，要到108年，哦土地征收，哦他才要来进场来办理这个整个道路。那航空城在108年，如果没有办法完成征收，那这个道路不是遥遥无期？没错，它这条路跟航空城绑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一个脱钩的想法，就是说先行取得地主的同意书，如何取得，用什么条件取得，请国工局研究。那要不然这条路国道二号甲线目前就是卡在这个用地取得，那计划已经定，土地不能取得还是不能动啊？那希望市长跟我们局长，你们还是努力跟交通局中央交通部努力跟他们去沟通协调。没问题，我的立场很清晰，希望计划定案，
早日取得土地，早日开工，这个是我的立场。现在大安人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一条道路赶快接通，所有车辆现在回堵就是在交流道，包括整个市区瘫痪，哦，非常的严重。你道路呢是促进地方繁荣的发展的首要，有完善便捷的交通呢，才能带动地方的繁荣。哦，这是第一个。不过我们还有一条路是 A15 站到客运园区，那这条道路也会优先开发。还有，我想它分流的方案有好几个。啊，你这个是绝对不能再等的，包括跟航空城有关的我们的国五号道路。国五号道路呢，啊，这是果林到埔心这条，也是要等待航空城开发。那航空城开发在桃五线是在航空城范围内。对，我刚才讲了，航空城不定，影响到我们大安整体的发展是最大的。好，包括刚才讲的果林都市计划也是啊。我认为目前哈，我们地方政府能做的，包括听证会，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拆迁准备，我们都要赶快做。那中央的审议的脚步，我希望快一点。为了这事情，我拜访过内政部长，也跟他表达忧虑。我说计划不确定，计划牛步化，这个都对于我们地方发展会有重大的伤害。还有再来一点，现在呢，我们在积极在整个等于都大家焦虑在推动。现在呢，整个我们民进党的委员呢，又在中央又提个不分区的立委，又提出土地征收条例修正草案。他的修正草案呢，包括将来在七段征收，这个严重违反土地征收的必要性、公益性，他就把整个这个删除喽，包括删除就是七段征收喽。那市长你忧不忧心？我想七段征收不会废止，这个是中央跟地方政府哈，推动国家重大建设的方法，这不是只有地方政府在用。A 七站营建署，它推动合一住宅跟产专区，一样是用区段征收。那我认为内政部哈会负责任的提出版本啊，因为立法院不会只有一个版本，立法院会有很多版本，每一个版本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跟他评论。重点是内政部针对区段征收提出什么样新的版本。他现在我们蔡委员提出的，在他的修正草案第45条，将来的我们的所有的啊尚未公告征收的案件，应依修正后之法律规定办理。那等于说航空城这个案子呢，你如果没有赶快来去进行推动，另外呢新的啊这个修正草案通过的以后，那等于45条里面讲明了，就把你所有的计划通通依45条尚未公告征收案件呢，全部应依法修正后之公告实施，那等于说航空城打掉重练了，是不是会这样？那个任何未决定的，只要有新法，当然按照新法。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新法，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是以因为现在内政部还没有提出版本，我不会去评论一个立委的版本啊。那是不是我们地方的声音也要给他们中央来了解才知道？我们对话的对象不是一个立委，我们是说内政部他如何处理我们的航空城计划的区段征收。刚才一开头开会我就讲了，我为大安的发展建设忧心嘛。所以我们重点就是说如何让内政部加速。我想以前也是慢了很久了，以前我认为这个计划是牛步化，慢了很久。因为咱在地即摆航空城土地，你若去了解过，恁足侪你爱哩足侪地主是。3500间租，也个就是迄、那个啊，那个工业工业的地主，工业的地主呢，就因阿做，就人阿讲，甲打落来一大堆，无早解决，哦，无早解决的地，所以讲因遮足济，遮个地主呢，哦，不管你讲遮工业的大地主也好，也是遮电农甲遮地主中间也好，伊嘛希望讲。也当透过航空城这个开发，把因的这些财产，大家拢分甲清清楚楚，唔免底下讲厝因阿做留落来土地，会使讲子孙阿一旁，无人大家拢低分的。所以讲希望航空城开发了，真真正正会当解决到足济这些问题吼。没问题。大原的内政部核定以后，我们就加速往前走。大原的最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
啊，非常重要的是横向啊这个联络道路，我们捷运要通车 ，AS6 站在这边 ，AS6 站这边要通车了 ，AS6 站连外道路到我们啊这个大竹南路，我们10甲10线，大竹南路呢，这个现在都是还是小路，啊，你这样 AS6 站通车了，所有车流从大竹北路这一段呢。到大竹已经拓宽完成了，然后从10线这一条到 AS6站，贯穿113中山南路，然后呢再经过天心华兴路，再经过西海圣德北路到和平西路，然后可以衔接桃41我们的山东路，这个中横向道路呢，这一段。北侧大竹北路已经完成了，接着呢，大竹南路整个沿线，包括16站，整体这条横向道路呢，是将来大园区连外的横向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我希望呢，我们市政府、我们交通局多用点心来真了解，来做规划出来，让我们的交通更便利。市长，这样你了解吗？我知道你讲的是武清路嘛，不是武清路，大竹的 AS6 站，我讲那么久，你还给我看武清路，大 AS6 站，大竹南路、大竹北路这样整个过来。哦，这是原来乡道，现在是属于乡道产业道路了。产业道路，但是你 AS6 站已经要通车了。不过原来哈、我谢谢议员的建议哈，原来航空城计划有9条主要的连外道路。那我想是没有包括这一条，这条是大园区的连外横向重要道路。这条是今天议员质询的建议，我们把它在规划的时候把它纳入可行性的评估。好，你看呢，16站的连外道路，你是目前所看到的，整个桥下16站这边已经做好了，再过来都是小的道路，不到这个才3米多的道路，你这16站你要通车。那将来通车了以后怎么办？啊，局长，好，来，啊，这个通车 AS6站通车以后，这个才3米多的道路怎么办？那个，其实哈、目前哈、像机场捷运的沿线，像我们会开发 A15到A16，也是希望它能够让它的连外功能加强。那这边哈、这边的很多路哦，您建立的，我们都会用心的来看它的这个。工程的可行性、必要性，我们在研究。这个上会期也谈过，也有去了解的，但是进展如何哈？再详细用书面回答给我。好。好，接着我们看到了田心里33里的产业道路。哦，这个产业道路，它刚才是接华兴路的，就从华兴路要转入产业道路，就这一段，短短的几十公尺。土地是私人土地，自较早伊就唔蒙拍，伊就唔蒙空，所以讲首先所有的乡亲，不管在任何碰到场面就讲，就反映给议员，在网路当中也一直投诉，是安怎桃园现在升格直辖市了，也够有这个下溪下井的路一只去，也够有这个路，安尼一只去，那桃园升格了，那这个功能没办法去处理吗？我也讲，我们都在努力，我们都回答都在努力，所以现在今天这个绝对不是今天才产生的问题嘛。我知道刚才我讲的。对呀、啊。现在已经做过了嘛。对。所以我今天有努力呢，我就要请市长，你来想办法，把这个这条路华兴路接到这一段短短的这段路，来帮他做解决。这是我在讲的第五点。田心里33产业道路，这个短短的30几公尺而已。这个我想这样子啦哈，第一，是否是计程道路要做认定；第二，它是都计内或都计外。它是都计外的。都计外没有征收的条件跟法令，所以这个第一就取得同意书，第二就是用那个计程道路认定。那我想，既然这是老问题，我们请那个。公务局的研究，所以讲就是已经足侪年来拢无法度解决，所以今仔日我要替全体
用路人跟所有的民众，来请市长来帮主持一个公道。我们也希望来做解决，好不好？其实我认为哈，这是国家法令的重大问题。都市计划外没有征收的法令，这个是应该想办法解决的。那我们来努力把它解决，好不好？好，给我们的全体市民有一个较路够较好行。第一就是爱变到编号道路啦，第二就是爱变到计程道路，第三爱地主愿意无偿让我们用同意书啦。地主哪要无偿哦？一早就同予咱做掉去啊。所以就是沟通，已经沟通很久了，他就是不愿意。都市计划外如果不是编号道路的话，没有征收。好，这个我们就要再努力，好不好？好，好，给我们市民一个最大一个空间。这个想办法专案来协调了哈，尽量请议员多帮忙沟通，能够取得同意书。已经沟通太多次太久了，所以说今天已经沟通没办法，才会在议事堂上请市长跟各级处，那就请那个公务局来帮忙了，去就实质上是否为计程道路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认定。那讲我都沟通，这条路七十路三十几米，讲未今仔日流甲单啊，未有百姓啊伫遐伫骂啦。简单讲吼，较早无路人做路行，啊，结果唔敢人养护，所以以前留下来问题，让民众觉得这是路。如果政府觉得这是路的话，早就应该养护才对啊。好了，那我们再来这各提出，再共同去努力。所以这个要专案来解决，做一个专案处理啊，好不好？啊，另外这个是五千路的哈，五千路的这一条，你看它的意义。水淹路面也会开了好几次了哈，啊，所以说再接着呢，它这一条就跟那个五千路拓宽的，这它对岸这边就是高铁，嗯，高铁区呢就是大夏林地，但是几百个家，高铁我们的这个桥，五千桥进去呢又是三米道路，哦，三米道路呢，在这从中正东路拍过去的五千路。希望呢，这条现在交通非常的频繁，希望我们在中正东路这一段呢，在往五清路的这一段，赶快来拓宽，赶快拓宽打通，让我们的接地气的交通能更顺畅，好不好？这个我们纳入一般道路打通的计划里面来评估。好，五清路是否有机会拓宽哈？我们来研究，好不好？可行性、必要性来做研究。那也谢谢议员的咨询，那条路我走很多次，我知道。好，那就谢谢了。好，好，那接着我们航空城规划，我们大营国中现在即将搬迁啊，那搬迁了，要在107年的二月份开学的时候，那将会留下呢这么一个美好的这个校园环境。那这个美好的校园环境呢，我在这里建议了，要留给大安乡亲当为多功能的这个运动中心使用。当然，一个国中，我们这样平常在使用，我们一直在维护，现在的整个这个校舍呢，还是非常的完整，非常完整，而且呢，它有这么好的这个运动场，400米的跑道，还有呢这么好的一个篮球场地。对，像这样一个国中呢，我们要如何组成一个团队，来整个专责，来负责国中迁校后整体的大安国中如何留下来做使用？这个议题哈，是因为将来航空城计划哈，那包括跑道的整建。大园国中会在第一跑道的南侧，那它被划定为这个机场区，它是机场园区，所以大园国中将来的产权是交通部的。那虽然它现在是学校，我们新的大园国中在客运园区花8.多亿正在新建，所以我本来有个想法是说，是否能够原建筑保留，那做合理的使用。不过这一点仍然要跟交通部来协商，因为交通部对于第一跑道南侧的大园国中，他还没有定案，他没有定案说到底要拆不拆。好，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有一个建议哈，就是先将我们大园国中就当为多功能使用哦，就是要利用一个现场。它不是公共设施多功能使用，它是属于机场专用区。这是看我们要如何来跟机场哦，机场专用区它有它做整个沟通的协调。是，包括呢，你现在看到叫大园国中，未来它在机场专用区里面。在跑道边，所以交通部对机场专用区有它的规范，
所以将来也有可能要不要拆除都是一个议题。对，但是这是将来的事，但是我们是现在要表达 地方的一个心声，是希望呢也让老OK来做疏拥。一阿爸你跑道呢？我当然这两条跑道的中间，他这个不影响。那这要跟交通部商量。他为什么会迁建大英国中？就是两个跑道夹在中间，真的是太吵了，所以说学校才必要迁。他现在是叫大圆国中，未来是我们航空城的机场专用区，所以要迁校。我们两年后会把迁校完成。那旧的大圆国中在，我们现在很民众有一个很基本的想法：大圆国中底下好拜陈兆义要老了来做运动场、游泳池，好拜飞机当中做游泳池。真好建议哦！这左边有飞机，右边也有飞机呢。那你起码我们的出回交通分队，出回交通分队呢，底下钓一下鱼竿呀。因为房屋老旧，还有海风又大哈，对警备装，警用的装备容易损坏生锈。对。好，还有来交通，这起民众洽公呢，非常的不方便，还有影响车辆进出，真的是属于那个这比较偏僻的地区。对。再加上组委办活动的时候呢，整个交通的涌塞，对处理交通的速度也会有影响很大。对。所以说，是不是迁建前107年迁校以后？这个淡国中可以暂时留给我们竹围交通分队来做进驻，它也离市中心也比较近，来为我们市民来做服务。另外，大园分局勤务训练中心也找不到地方，是不是在这个校区里面呢，也可以来作为我们大园分局长信的办公处增设着道场就是给他们作为警员的平常的训练之用。然后我们都活化这个整个场地。他这里我现在知道落差在哪里了。徐元这里不叫活化方案，他是被列为机场专用区，现在有大圆国中，未来不一定有大圆国中。我们新的大圆国中已经在客运园区，但是您讲的竹围交通分队以及大圆分局需要勤训场地，这个我们来跟这个警察局讨论一下，看是合理的地方我们来找出来。那当然，如果未拆建以前是否暂时使用，那个要交通部同意。好，这个因为他也如果航空城计划定案后，他这里也有可能涉及到拆迁的问题。那我们积极提出，好，好不好？对，我想如果真的哈不影响飞安，又能够哈没有噪音，那当然那个他，但是他会把它列为机场专用区哦，也有他的原因。好，时间有限，好，谢谢哈。好了，再请教我们公务局哈。那个我们大安区R1R2公园周边道路拓宽，那这个也是你们也是了解，也看过了哈。有。那这个进度呢？那个R1R2公园的这个周边的所有连外道路，都太窄了哈，都3到5公尺左右。那这样呢？因为你看的都到现在都没有进度，你是不是没有给市长充分的了解？这个哈，我们你应该给市长充分的了解。市场中了解以后，他公这个R1R2公园周边道路呢，本来在已经都市计划内的要拓宽的道路了，是啊，那是不是赶快办理征收来拓宽？这个我们会纳入我们的一般道路哈开辟的那个实施计划里面来评估排序的，因为那你把时间表定出来给我。排序是我好是好，你给市长了解以后，副长了解以后，你把时间表定出来给我，结果再通知你。你把不要总是用上一期会议谈到现在都是用排序，你把时间表定出来，好不好？好。那还有，我们的水务局局长哈，我们大安市区，这个老街区从新天桥、中正桥，这个环状步道，已经有初步规划哈，是，请你加快完成。市长在市政座谈也有谈到了哈，希望呢赶快把这个环状步道呢赶快来做一个整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休闲空间。我们这边有主要是牵涉到有620平方公尺的私人土地哈，那一旦土地这个同意书取得以后哈，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串联起来，那整个经费大概是3600万。你完全要叫百姓，这个完全就是同意书给你哈。我跟你讲，会是很难很难。现在的土地大家都是寸金寸土啊，你们是不是要想个办法去办理？那我办理的话，就是来整个做改善。
我们要办理的话，就是要变成走这个都市计划变更，那整个期程就会大概，因为要有这个相关的程序，可能这个你们再去，好、哦，赶快去想办法，赶快去进行就好。嗯、对，要进行。哦，你不要在那边做光想，光想没做都不做，哦，拢无做出来，拢无好过，只有给百姓在这干胶呢。无啦，我会做的、哦。就是假如土地同意书没有办法拿到的话，我们就走这个征收程序，要做这个土地都市计划变更。好，谢谢哈、哦。啊，那个我们农业局哈、哦，大园区的西海花卉区。哦，要采一个专区嘛，哈、哦，好、哦，我们要十月就要有花台节了嘛。是。接着我们的这个花卉期的这个作业进度哈、哦，作业进度，我希望说你们现在要送农委会。是。那送农委会之前，我希望你们加快脚步，好不好？是，我们这已经马上再找一个遴选优秀的团队哦，会进驻来对我们的休闲农委会哦来做一个辅导。那好，再加快脚步，好，谢谢。来跟农委会争取画这个公告。那请教我们警察局哈。哦啊，局长，那个啊，你这整个治安是非常用心哦。我们桃园市的六都治安也是全国第三名，啊，全台湾是第七名哈、哦，真的是也是非常的努力啊。但是我们大安区的监视器，啊，原来的监视器呢严重的不足，什么时候呢才有办法全数到位？因为你在今年也有编了一些预算了嘛哈、哦。是。啊，这些监视系统呢，在大安区。包括原来的，啊，何时可以完成？跟徐玉做报告啊，因为今年的部分我们加速的建制，在八月底啊，105年我们已经执行完毕，9月1号开始启用啊。截至目前，我们大园区一共是建制486支的镜头，那我们在明年啊准备建制260支，那107年260支，应当在107年的10月底，最慢10月底以前可以全部建制完成。在明年的10月底，后年，要到后年的10月底才能建制完成。是 是。那希望说，现在很多的里长跟民众一直在反映哈，因为监视器装出来的，对整个办案效率真的非常大大提升，也给住户呢，给足大安全感。是。好、哦，那是不是说，在这监视器不足的，帮我们再争取一点好不好？我们会。哦，你莫讲啊，那也较无重要。哦，阿头，干的以前这个遗传就较少。治安是全面的，都非常重要，我们会一视同仁。好，叫麻烦你。好，谢谢。好，谢谢一哥。啊，另外，在那个水务局哈、哦，这是应该是你的跟环保局哈、哦，航空我们的整个航空城哈、哦，科研园区公共设施改善，那中央也给我们8750万了，那整个这个整体的这个改善呢，我希望啊、哦，现在我们的公务局这边。哦，加紧脚步，因为你现在在路灯在改善呢，对，整个路全部挖掉了，对，挖掉了以后，现在路所有拢转不会，暗蒙蒙，哦，暗蒙蒙，打开之后，说你在这施工这段期间能加快速度，是，哦，把路灯赶快恢复完成，是。另外呢，啊，这个污水厂，啊，污水厂呢，之前所看到的你们的文，啊，就是民航局的，给我们市政府的水务局也好，环保局也好，大家都是文来文往，大家底下塞来塞去。起码伊嘛一定给恁8750万，希望恁这几摆做改善。那你的污水厂呢？是不是有在这次的1亿2000万里面有彻底做改善？没有，我们是要另外协商。那我们有初步这个副市长来督导，是跟初步估计大概要1亿300万啊，1亿60万的这个经费。那我们会专案再给这个交通部的这个。民航局来做协商，那取得这个经费以后，我们再来做修缮。我来说明一下哈、哦。科研园区哦，当时哦说点交给那当时的乡长张建龙，那当时区乡公所没有收，但是账上已经完成了，所以一直没有人维护。那我在上任后发现，我觉得还是要负责任解决，所以我提出一个方案，7:3拆账。这点哦，这点哦，连我议员，包括地方，大家做肯定的。啊，现在污水处理厂。因为你有弄，你有拍平，你有搞这钱，你有做，你有重视。那现在议员，所以讲你这一个，咱家己个编预算，够去争取了这钱来。所以我们先编3层，现在争取到7层，那大概1亿左右的预算把它改善。那另外这一点，这一点真的大人肯定你。那议员现在就是污水处理厂哈，一不来嘛，洗杯工直接点交。那我们请水务局去算哈、哦、修复的费用，因为将来那个客运园区哦，人口也会陆续进来，而且客运园区有一条路要打到 S5站，我想哈、哦、以后那边也会很方便。
所以我们水务局商量好移拨经费，整修完毕的经费以后，我们将来才有可能营运。那这一点哈，我们还要跟交通部要钱。那这一点哦，希望你们共同努力，赶快跟我们的交通部、民航局这边，我们好像赶快协调，整个延期开发完成的哈，不要一座污水厂摆在摆烂哦，真的是贻笑大方。其实哦，议员可能也了解，未来大园仍然需要整体的污水处理的系统。那在那个青埔归南区系统，在客运园区归这个系统，将来航空城还会有污水处理系统。好，所以我是希望这个能够一亿元的维修的费用能够取得，帮我们争取到1亿2000万，真的大恩人还在感谢你。好，好，怎么把客运园区所做有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改善？好，我请公务局哦，尽快的把这个客运园区的公设恢复的工作，把它提前这个提前完成，赶快给它加速一点，好不好？好。那现在你看台风来袭的时候，海岸线呢，不管是内海、近统，所有的海沙、垃圾全部呢飞到这个路面来，那两边呢，水务局也好，农业局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水利署也好，大家拢在塞这金，大家在塞，所以你看这垃圾一大堆。希望呢，我们市长、我们各局长，你们跟那个整个经济部水利署哈，好好去沟通，好，到底前者是谁要做？哦，麦克纳红台来，哦，就拜着刷垃圾，就是百废。哦，那黄金海岸还是我们国家重要级的啊，这个湿地保育，洗错港湿地保育。我分两部分哈，那个防汛道路跟海堤，这是石河局要做的。那洗错港的部分哈，我们由农业局主责，那有列了一个保育计划给农委会，还在审查。审查后，我们如果通过后，我们要分阶段把公设完成。那目前正在修那个木栈道，那木栈道应该是明年2月就可以完成。目前的这些问题要先赶快解决了，好不好？这一题也请农业局哈。我这样一拜红台来的，一拜就问题造出来。啊，你这边讲哦，洗手港湿地在几家的国家级的湿地，真的是给人家笑死掉了。对，每次台风来就要赶快去处理啊。以前公告没有列使用计保育计划，我们现在请那个农业局列了保育计划报农委会了。还有这一点哦。非常重要的，在五田，我们的五田呢，五田里呢，你看了站前西路私人私设道路，现在呢有会刊公务局就有会刊，他们要求交出来给我们公务局来当养护，回来的整个维修，结果呢，咱国不敢接管，包括红绿灯他都不设。好，那些公文讲的是私人土地，那既然是私人土地，现在这条12米道路私人土地。那这整个围起来，就不让你大园乡亲，不让你桃园市民走这一条。这一条路是在我们内坜，我们大园的五田的，要通往高铁站前西路，是非常便捷的一条道路，非常便捷的一条道路。它整个桥面是整个道路12米宽，但是呢，碍于你们不接管，啊，我还接管，你跟要讲说私人土地，那好，私人土地，它既然是私人土地。这一题我知道，来，这一题哦，专案处理，因为这一题它的道路宽度跟原来不一样，那它旁边有绿带，就是说我不是做一条路就可以捐给市政府，因为它旁边还有他们的土地，那我想请公务局哦专案来讨论这条路哦，这条是跨越一个桥梁，桥梁他们自己做的啦，对，桥梁他们自己做的，就是道路他们这个要符合捐赠公设的原则，符合我们的道路规范跟桥梁规范，那我们去专案勘查。这一题我认为要专案勘查。好，那这一条赶快就说，因为这条道路真的是很多人哦，因为他们就侪人咧行南国地处，一边要包括来这个家，没有，这一边要嘛拢因的土地。哦，来到你行这条路，这边这条路你给它调去，人家影响交通。他这个他是要取得建筑线指示啦，哈、哦，私设道路要取得建筑线指示，那我们要符合道路的规范才能接收。哦，这个我们来研究。那你们的专案进来赶快去处理好不好？啊，这一条我们红枫里自善路哈、哦，拓宽这个。整个要改善啊、哦，这个之前呢也是会刊的，从会刊的你看这条道路设计，它这个就不足一个车道，你中间要一个分隔岛，你要把外面的车道都挤压在一起，所以说大家会刊的，你们也公务局也去养公处也去会刊的，觉得呢这个分隔岛呢是有拆除的必要，你也看分隔岛来个家，一个未通，来个这个未通。后壁阁会通，
我唔知讲这是什么规划设计。啊，这边也是会看的，但是接着是要拆。好，但是拆到现在也没有过去的设计不当哈，影响交通，该拆就拆。好，哦，这是不是交把劲？好，还有我们现在的哈一些路灯的改善哈，路灯改善 LED 的路灯改善，很多还是要要求厂商。哦，告诉厂商呢，他现在的路灯它是一闪一闪，哦，那一闪一闪造成现在很多的里长、很多的民众的困扰，哦，还有歪斜的问题。好，谢谢，时间到，请坐。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徐玉树议员提出总质询40分，请开始，谢谢。好，好，谢谢主席哦。我现在就教一下我们教育局哦，教育局跟社会局哦，针对本席今天提出这个议题哦，我想都有连带的一个关系了哈。也就是说，在过去啊，我想市长上任以后也极力的在推动啊所谓的育儿津贴、生育的补助。那这个补助呢，其实对很多的这个家庭啊，尤其现在一些上班族，还有呢现在这个少子化的哦一个、啊、这个推动哦，这个我想生育啊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但是我们发现呢，在我们全国来讲呢，哦我们现在的这个补助对于生育当然是有一些补助，而且呢我们的生育的补助也优于啊，普遍来讲优于其他的一个县市。但是呢我们这个补助呢到了三岁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的补助啊就断粮了，造成呢生育的时候有补助，但是呢后续的一些养育跟教育呢却造成很多这种新的一个家庭他们一个很沉重的负担。那因此呢我在这边啊是不是能够建议哦市长，对于啊我们现在比照像台中市来讲哦，他们2岁到4岁哦，他们对公寓的话公立的这个幼儿园他们是全额补助的，那对于私立的话呢，它最高是补助到15000，补助到15000，因为现在中央到5岁6岁之间，也就是大班才有补助，但是我们对于2岁到4岁这中间是没有补助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在台中、台南、高雄，他们跟我们同样都是升格的一个县、一个市，啊，他们的补助呢，哦，每学期哦有这个5000，哦的补助不等啊，所以说在这部分我们是不是说？你光是生小孩给他做补助，但是对后续的这个部分没有补助，对他来讲造成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再者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是很多的学校因为少子化，所以把很多学校来规划为一些公托幼儿园，但是呢你推动公托幼儿园为什么不把这个预算补贴到一般的这个幼稚园或托儿所，这样的政策会不会比较好？而且它可以杜绝什么？杜绝超收，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些幼儿园、托儿所，其实坦白讲，几乎都有超收。那如果说我们现在避免它超收，我们要挹注到这个公立幼儿园的这些预算经费，把它补助给这些民间的这一些哦公托哦这些幼稚园、幼儿园，我认为是不是会比较好？请市长可不可以给我们答复一下？我想这样子哈。各都都有这个不同的政策，
那我们有生育补助、育儿津贴到三岁，那四岁到六岁有教育津贴，是全国一致的。现在有四岁这个缺口，对，那四岁这个缺口，当时吼，两个党的总统候选人都主张把幼教津贴往下延伸一年，他就要改成四到六，因为总统候选人都有这样的政见，所以我们当时就基于哦这个福利政策谨慎的原则，看中央怎么定。那我想未来的发展方向，当然是要结合所谓的幼教津贴，让这个每一段可以补足生育、跟育儿、幼教这三种津贴可以能够一致化。那台南跟台中的模式我都研究过了，那是附加在那个幼教津贴里面。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吼，我们跟中央来商量，看他何时实施新政策。如果全国要一致，我们跟全国一致；如果全国没有一致，那我们再看桃园市怎么做。好，这有一个四岁的缺口。因为你现在中央啊，毕竟哦，它这个全国性的一个规划，没有他们在规划，没有。再来就是说，基于啊，现在中央的财政啊，吼，在某一些部分，它毕竟啊，它的规划有所谓他们的轻重缓急啊。四岁这个缺口吼，我认为往这个中班跟小班走是必然的啦。这应该是必然的，因为所以说你的负担，你怎所以说，如果今天我们能够对于一些私立的这些托儿所或幼儿园能够实施做补助的时候，第一个可以避免他们超收，再者就是你现在推动的这所谓的公立幼儿园这个部分，因为还是有大部分的这些家庭的小孩还是没有办法进入你的公托。现在幼教业者哦，他们是希望我们的育儿津贴能够延伸到四岁，他认为这个效益和鼓励哦，小班中班就去就读哦，他们是希望这样子。那中央目前的政策是把幼教津贴往下延伸到四岁，两个想法有点小小不一样。这一题让我们研究好那个整个对策。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公托在推动的时候，公托有它的需求，那公托也有它的特色，我们会按照地区性的需要来让公托做适度的增加，因为土地取得跟建筑取得要一点时间。好，那本席要讲的就是说啊，这个事实上呢，教育这个费用啊，支出的费用，对一般的家庭来讲哦，对，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支出啦。希望政府啊，在这一块呢，能够尽快的，我们没有办法一直等待中央有一个统一的做法，是不是说桃园自己有一个想法，就是比照哦，台中、台南、高雄这一些，在这个空窗的部分。我们有些做得比他们好，当然我的政策是要生得起，能够养得起啊，也要教育得起，所以这一段确实的缺口哈，我们确实要想个方法来对应，要延对，哦，好不好？有一个四岁的缺口，这我知道。好，谢谢，谢谢，好，请坐。环保局哦，环保局长哦，这个我想在本席在每一次的不管工作汇报还是这个总咨询都提过哦，是我们这个升格之后啊，对于我们整体哦，桃园是一个国门啊，对于我们的一些环境哦、市区哦的一些清洁问题啊，我想都很重视啦。今天不管今天桃园哦，本身整个政策的推动是不是符合现在国际的潮流，但是最起码就像一个人见面，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人的穿着跟他的仪态。是不是让我们觉得看起来顺眼？因此呢，来到桃园之后，很多的观光客他们会认为啊，这个城市这么样的干净，这么样的整洁，让我有一个很好的印象。但是呢，在升格之后，我发现现在因为乡镇事情已经走入历史了，现在你的环保稽查大队归环保稽查大队，区公所归区公所，所以这两个毕竟啊，在我的看来，他们横向啊很少去做沟通的，因此街道的整洁成为啊我们啊必须要去重视的一个重点。那我的观察，那一天大队长也到我龙潭哦，日期是他定的啦，我说我带你去看看环境。好，他来找我之后，我就带他去看一下最重要的中正路，哎，一看了之后，满地店面前面哦，这个道路旁都是烟蒂。我说这个烟蒂你一看就知道绝对不是一天两天，最少有七天十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比照很多欧洲的国家，各位都有去考察，你们知道在进步的城市，他们在做环保的工作，其实他们是用人力的方式，因为人力呢，他能够面面俱到，
因为人力它也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达到运动的效果，而且因为人力让很多很多的乡亲，我们的市民看到有人在做辛苦的环境整洁工作，让他们自己教育他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小孩不要随地乱丢垃圾。因此我在这里建议，希望我们桃园市能够比照欧洲那些国家，能够去增购一些所谓人力式的，这个是属于大台的，小台一点的这种三轮车，它上面可以放扫把畚斗，它扫了之后可以把它集中在这上面，那沿路这样走，远远的你就会看到这个人在捡拾垃圾，在清扫街道，让很多人不好意思去丢垃圾丢烟蒂。我想这样的话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以比如说龙潭来做一个示范，我们购置一些哦这种装备哦这种车辆哦来做一段时间，如果成效不错，我们推广到整个桃园市。我想这样的话可以把很多街道一些边边角角，包括人行道很多停满车辆，那些都是你电动的扫街车所没有办法去到达的，如果用这样的一种车子，对一个城市来讲它是非常进步的哦，所以是希望我们能够采纳。那局长，对，跟易座报告一下，易座您跟我打电话关心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请大队长去跟易座请教了哈。那易座你的建议非常好。那我们事实上我们同仁有时候是骑摩托车在做这个道路的街道的这个打扫，但是这样的话往往没有办法照顾到细节的部分。那这样的一个人力三轮车的确是可以让我们的环境更细致的去做一些清理的，那也有教育的功能。所以我想我们会先从龙潭这边来，那先大概有六部，因为我们现在是有六位同仁用骑摩托车，我们先改成这个人力三轮车。那六部大概在11月份就会到了。那到了之后呢，我们示范一段时间看看，龙潭这边如果效果好，我们再来评估是不是我们全区来推广。我想这个就是很好的建议啦。好，谢谢，请坐。接下来呢，我要就叫这个民政局哦。民政局，哎，局长换人啊？不是，局长因为住院开刀，所以请假。为什么总咨询好几个局长都生病啊？这怎么回事啊？啊？因为他是请四天假。挑时间生病吧？是他请四天假，礼拜二开刀。好，好，好，我们言归正传哦。自从啊，我们现在实施啊所谓的殡葬管理条例之后呢，现在有关于墓地哈、哦、一个墓啊、这个使用它的一些管理啊，其实都已经有很大的哦一些限制哈、哦。那尤其呢，这个墓地也好，殡葬这个所也好哈、哦，殡仪馆这些，可以说在地方来讲，当然它是一个嫌恶设施啦，很多人都不希望有。最好呢，大家呢从出生呢奔向死亡，但是呢大家却不希望这个死亡这个墓地呢，或者这个殡葬所跟大家的居家哦是毗邻的，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哦。但是我要说的是说，慢慢的，我们既然实施了殡葬管理条例，以后呢，所有的医院里面的有一些这个殡葬的一些管厅都要离开医院，哦，那呢就衍生到说，在这个殡仪馆它在不足的情形之下，现在桃园剩下一个北跟一个南嘛，对不对？哦，桃园跟中坜哦这两个地方。但是我的理解，其实那个东西在一般比较先进的国家来看，我们的哦，就像中坜这个区块的这个殡仪馆附近的环境，包括你的停车，包括你的建物，包括你们里面的动线设施等等，其实哦，真的讲，它真的不像是一个啊进步的城市啊应该有的设施啊。我相信大家都看在眼里嘛，是不是？那个叫做乱七八糟。好，龙潭呢，它有一个地方就是所谓哦的这个公墓公园了哈。当年叫做公墓公园，其实当时取的名字公墓公园，其实大家仔细想一想，那名字其实是怪怪的啦，没有人会跑去公墓那个公园去散步啦，应该是称为公园化公墓，这个我认为比较恰当。好，
那这个地方呢，现在因为渐渐的都哦，现在都火葬啦，哦，可能到就近到中立哦，到哪里火葬之后再把它放下来呢，这个土葬也渐渐少了，因此这个原本的这个墓地它面积非常的广，非常的广，但是它渐渐的像这一些区域，你看都已经没有所谓的土葬了，但是它这个主要的功能就是墓地。在过去曾经有讨论过，就是是不是这个地方能够来作为一个殡葬哦的一个馆哦厅的一个设置，但是地方当然是反对嘛。然后我们仔细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都不要，那他应该要去哪里？那这个地方呢，它又是所谓的这个公墓公园，公园化公墓，是不是我们应该对这一块地哦，像现在这一些厅舍老旧又闲置也没有在用，我们是不是可以靠我们政府能够跟地方哦能够去接触哦，对于未来的规划哦有一个比较长远的一种做法哦。那最近的我所了解，像杨梅它有所谓的树葬区，树葬区的那个状况怎么样？目前杨梅哈，它是有一个规划一个生命园区，那我们也是在106年有编那个聘他们这个设备的这个相关经费，那里面涵盖树葬多不多啦？这个树葬在规划，对啊，树葬的量哈，我们在规划，有纳进来整体生命园区的规划。哦，那市长啊，对于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对，本席是希望建议哦，能够跟地方啊取得一个共识，怎么样去善加规划利用啦、啊？哦，你不能说一昧的把一些这个像这种殡葬哈、哦，像这种办理这种哦这种事情啊，就一直往都会去塞到那个地方乱七八糟。嗯，那这个地方尤其现在啊，全世界来讲先进的国家都有在做哦，就是会用比较先进比较没有污染的方式来做这个部分。那我想那个有些乡镇级的殡葬设施我们保留下来，让它升级，让它转型。那杨梅它是有树葬区跟宠物葬区啦哈，也做了一个绿美化，所以杨梅那边是因为它就近比较方便。那这些礼厅看起来是有点旧了哈，但是如果是在龙潭的周边哦，这我想地方民意也是要，如果万一要重启规划，也是要把等级提高，把污染降低，让这个殡葬设施能够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哦，这个其实应该是叫生命园区啦。对对对，这生命园区要做得好的话，实际上是给市民很多的方便。因为这个园区啊，如果你要跟当地的乡亲来谈的话，他们肯定都是不会同意啦。其实在如果今天我们要考量选票的话，也不应该谈这个议题啊。但是对的事情我们就要勇于去做。我现在我想我保持一个开放态度哦，就是说至少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公墓公园化公墓，它现况如何我们先了解，那将来它可以怎么样子使用。不过原则上哦，能够就近来祭拜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对，好不好？因为中立殡葬园区也是蛮挤的。对，很挤的啦，而且那里你再怎么规划它都是乱的哦，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目前我们调整得更好，但是这个区块我想地方上的民众有心理的因素，民俗的因素，对，那我们也要尊重。对，那我觉得我们了解深入以后再来提出方案。好，谢谢。好，请坐。好，我们还是再请教这个环保局长哦。我觉得这个升格哦，让我觉得有点倒退路啊。市长相不相信，这个是我们升格之后啊，垃圾处理的一个去向。市长，对，电子湖，对，电子湖垃圾，现在为什么升格之后，我们的垃圾还是往山里面倒呢？我跟一座说明一下，环保局长说明一下。好，那跟一座报告，我们目前这个电子湖这个掩埋场有暂置一些垃圾了哈。那以今年来讲，大概我们进场大概有3000吨左右，但是有陆续也有出场大概1300吨，所以有1700吨暂置在现场。但是还有过去
一些站资量，所以累积现场的量，我们估计大概有9000吨左右。以前如果你碰到税修的时候啊，税修结束，这些垃圾呢，都会委托委外去把它清运。是。现在不但没有清运哦，而且现在的垃圾不断的往里面倒，你并没有转运啊。是，我跟为什么没有转运？我跟一座报告一下哈，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垃圾我们只有一座焚化炉是不够的啦。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拜托其他外县市在我们这个税修期间能够协助我们来处理，包括到这个新竹啦，包括到这个基隆啦。垃圾的问题是全市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是。那不可能，你其他的区、其他的县市没有这种问题，只有龙潭的垃圾是还用最原始的状态，是这样露天在堆置吧？一座是先暂时暂放了，那当然为了、這個、你这个暂时已经不是这一两个月了、欸。这个暂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做好这个消毒防患的部分。不过我跟一座报告，如果今天你是住在这周边的话，你能够接受政府讲的话说我们已经做好很多的消毒了吗？可以做报告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我们的垃圾量不足、处理量不足这个部分呢、啊，我们也规划，所以啊，规划盖第二座焚化炉，好、啊，就是热处理的设施等等。我希望啊，我们各局处都一样，不要啊，真的一个心态不准啊，这个百姓点灯，但是周光啊可以到处放火，像你这样的一个环保概念，以现在这个阶段。全世界对于环保的这种概念跟这种标准，你一个公家单位在这一个山坡地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这叫弃置，这不叫堆置。哎，一座这个当然我们讲这个是 open dumping， 它只是一个随意弃置的方式，但是这不是我们垃圾处理的一个方式。我刚有报告说我们是一个暂置，那为了加速处理，在这个第二座焚化炉盖之前呢，我们现在也有跟市长也有报告过，我们要提出一个叫做简容打包的一个前置处理。那我简单请教你，是这垃圾什么时候可以清走？可以做报告。这个计划啊，目前我们也跟这个当地，我们准备找一个场所来做这样的一个简容打包的一个计划。那跟当地的民意代表以及里长，我们也做一些沟通，基本上他们都可以接受。我请问一下，当地的民意代表是谁啊？我跟可以做报告啊。我们这个地点，我们目前是规划在观音区，观音区。好，那个我们处理之后呢？我跟一周报告，我们这个时程规划大概是在明年的下半年之后，我们就可以展开。我们这个还要放在明年下半年？不是，我跟一周啊，这段时间因为就这个问题不是今天发生，但是处理是长久以来一直桃园只有一座焚化炉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跟一周报告，我们负责任来解决我们桃园的垃圾问题。所以这样，这是两个问题啦。第一个是我们因为税修跟超量，所以有一个减量打包的计划，可以暂存在这个垃圾场里面。那以后我们第二座焚化厂新建好了以后，再把它处理掉。那这里哈，电子湖这边哈，我想基本的这种处理方式仍然要有掩埋的方式。那我想预作所提的是说，就算是初步处理，也要把它掩埋，不能只有消毒。对嘛？你这个根本没有机制可言嘛？如果我们现在随垃圾掩埋厂，即便说我们已经部分封厂，那都应该要掩埋，能够让附近的环境不要受到影响。那这一点我想请环保局哈去现场看一下，看有一个初步的处理方式。我们环保局不能自己没有环保观念的、啊。这个气质，这个曝晒雨淋，如果是下去，如果是一个每天新竹凤山溪，你是不知道他们的那些居民，是不是对我们一直是有意见的、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地区并没有打算要做一个掩埋的一个最终处置的方式。那你就应该把它移除啊。最终处置方式，我们要经过焚化之后再来做底渣的再利用。好，我们不打算这个地方做一个复原掩埋的方式，尽快处理好不好？好，尽快处理。电子湖这边环境改善，它这个是在电子湖垃圾场的环境改善啊，跟那个观音那个计划是两个计划，我们针对这个来改善。对嘛？你不要拿那个来讲。不是，这个嘛，这两码事。我跟一周报告啊，因为那边马牛不相那边一打包的时候，它会调度我们桃园地区的垃圾，会加速这个地区的垃圾把它清理完毕。在我们来看，就是这个时候什么时候离开，至于你要哪里去处，怎么样做处置，我们一点意见都没有。了解、啊，就是这么简单。我想一周也很关心这个电子环境的问题。那个打包方案尽速啊，这里初步处理，我想就这样子两个原则。好，谢谢市长。市长在上一个会期的时候，曾经有拜托你一件事情哦，但是这件事情后来你有承诺说要去看，后来一直都没有。我们这个地方的乡亲啊，对于市长真的是有一些些的失望哦。这一条呢，它就是石门所谓的水利会的哦，这个有那里长跟我说，
他因为水利会还不同意那个施作，所以我还没有协调好，我去看的也是一样。他不会同意嘛？但是我们能不能对不对？用其他这一方式，就是他不同意我们加盖，所以我本来是这样子，如果协调好，我去现场就应该把事情完成。如果只是去看了又没下文，我想民众会更失望，所以我跟里长特别说，等我们协调好，我再去看。我觉得这个地方啊。石门水利会不知道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们加盖。通常水利会它一定是要有偿啊，是不是？哦，因为这一条水利沟渠哦，我看那个通水的功能很差，好像那个恶臭很多，所以附近居民都有在抗议。这就是讲到我们龙潭人的痛啊，哦，因为在早期民国六十几年龙潭划出啊灌溉区之后啊，我们所有龙潭的这一些水利会的土地，就让他们啊每一届的会长。以及那些委员呐，啊，哦，分期、分年、分区，不断的出租啊，然后啊，这个售让售牟利，完全不考虑啊，所谓啊，过去它除了灌溉之外，它必须还具备所谓的排水的功能。现在呢，这一条大区本来是从这里一直通到中丰路啊。但是呢，这中间有几段竟然被他出租出去了，卖出去了，截断了。本来呢，这个它的水的流向呢是往西流去，现在西侧呢被卖了，被租了之后呢，现在水要被迫啊往东向流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龙潭人的悲哀啊。哦，那划出灌区哈，哦，它的水利设施的变动。一样要跟我们水务局申请。那这一段哈，这一段我想这样子，因为我上次是知道说水利会没有同意，那我想再来协商。那如果真的，我想这一段应该就是加盖啦。那加盖的所需要的不一定是有。事实上哦，我们不一定要加盖，像这周边的这一些有没有杂草的腹地呢，还很宽。假设它的活，我想另外一个方案哈，假设它的水是活的，水可以干净，保留原貌是比较好。那里长的诉求是加盖，它不会干净的，它不会干净是因为前面被截断了，这里没有所谓的水源流动，只有家庭的废水。OK， 好，这一题我们是不是请水务局哈跟水利会？我们专案来研究，或者请刘正宇局长先说明一下。报告，因为他上次是不同意。报告一座，我们这部分的话，我们有跟水利会来协商，因为现在这个农委会农田水利处，他希望能够把这个农村的灌区吼能够加大。那我们有拜托这个会长，是不是能够考虑一部分这个高地壤的这个灌区，把它重新恢复，作为这个。它的这个灌区，那这样子的整个水利的设施就可以来活化，重新再来这个使用。那这个是一个主要的。所以我坦白讲哦，在这个蔡英文总统上任的时候啊，这个苏嘉全部长哦，他曾经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把这个农田水利会收归国有。我听到之后，我真的很想放鞭炮啊，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啊就是。在这个水利会啊这种不公不义的情形之下，龙潭所有的这个排水系统任他们宰割，而且呢，我甚至不客气的讲，很多的土地啊，被有一些有心人甚至里面的人，就拿去变卖，过户到他们名下，然后啊从中牟利。但是公家今天要用来做水沟、做道路，竟然要钱跟他买。这是什么世界啊？水利会现在也是公法人，只是没有改变为政府组织啦。不过我想对于哈，这个当长期彻底解决要制度化的变革。但是这一题哈，刚刚局长的意思是说，假设可以重新划为灌区哦，才会有活水，水才会干净。重点在这里。那我想这一题我们连同周边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如果只是家庭生活废水堆积在这边。但会造成污染源，我想这一题民众抗议是有道理的啦。那不解决就是，如果水利会都无方案，那就是永远无解。所以我才想说要一定要解套的方案，我才能够去宣布。只是因为我其实我自己也去看过了，只是没有那个
民众一定说，那到底有没有解决方案？当然市长要努力没错，也需要周边的包括水利会跟各方面配合。好，请市长哦，跟我们水务局哦，多多来给我们努力啦，好不好？好，因为这一题我请水务局、哦、附近啊，住宅区跟水利会先研议好、哦。住非常多的，他又是都市计划外，没有其他的一些公共设施，没有别的方案呢、啊。对，所以呢，唯一的一条绿带却又颠倒过来说，水如果干净了，做一个清水的绿带，反正是好事。好，好，那再拜托我们公所多费点心了、啊、哈、哦。好，这个。我想应该市长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我们现在龙潭的这个运动公园嘛。哈，运动公园最近呢在修建啊，它的这个司令台，那时候我也跟副市长报告过，你这个修建司令台啊，没有执照呢，后来呢补照就碰到说这补照需要规划两个停车位。搞到现在呢，现在已经从这个去年啊，做到现在，一个司令台，所有的人每天运动都在问什么时候要完成。最近已经在做了。我要讲的是，我们的行政效率，我们的行政的 SOP 啊，真的，尤其在区公所，这一题我知道。我想未来哈、哦，所有的杂项设施哦。那么在申请的时候遇到困难，各单位都一样，都发局如果不能解决，到我们副市长这边解决。像这一类根本不用附设停车位，不要把它当建筑看待，它就是杂项建筑，就直接盖了。那我认为我们守法也不要守过头，解释也不要严到防住自己，因为这个旁边就是停车场，因为这就是政府盖的那个杂项建筑哦。那请包括我们体育局遇到问题要反映。那如果这种问题哦，老实说啦，你把它当作一般建筑，说要增设两个停车位，这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请经都发局哦，在这一方面要尽量配合，各单位有问题要提出来，不要因为这种无谓的议题哦，影响进度。所以我们请这个有关的单位赶快督促这一个。好，这个会尽快完成，赶快把它完成，这个哦、把它围篱拆了。这个如果不完成就处分人了。好，请坐哈、哦，市长，体育局长哦。这个底下这个部分呢，哈，就是我们现在的综合体育园区。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曲棍球场要规划到这个，在二期的时候，它里面要涵盖足球、曲棍球、橄榄球，对不对？好，三合一球场。三合一球场，现在这个棒垒球场已经完成了。那周边现在的这个设施哦，其实啊还不够完备啦，长草的长草啊，然后一些这个。设施啊，哈，真的都非常不到位。我是希望啊，你这个二期啊，赶快能够来启动，因为现在这个地方中央啊也已经不同意啊，来补助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曲棍球场了啦。所以说这个势必要赶快要有地方去。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希望能够来规划一个哦篮球场、网球场综合的一个运动场来做使用，因为这都市计划内的唯一的运动场。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曲棍球赶快到这个综合体育园区，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是不是什么时候可以启动你这个二期工程？我这样子跟议座报告一下哈，刚才讲的这个龙潭这个运动公园哈，那个司令台的顶棚的整修啊，那个不要再讲了，我现在讲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启动二期工程？我们的体育园区哈，现在是规划报告书已经在8月29号审查通过。我们在那个年底的时候会送那个新办事业计划，那么另外啊，这个体育园区的土地哦变更啊，正在处理当中。那么我们现在也有规划的这个整体开发服务的一个案啊，349万5000元啊。那现在，就我所了解，那个工程款的经费还没有编列。市长，这个综合体育园区哦，它占地啊4公顷多了。对。那我觉得要提升啊，桃园的一个运动跟休闲的水准啊。对。我们希望这个能够赶快。好，这样子，龙潭体育园区哦，一期棒垒球场，二期就足球场、曲棍球场等。那一二期哈、哦，这些需要的经费跟时程表，我专案来管理。那希望把它尽速完成，好不好？这个都是市长的。没有预算，我就来找预算。这都市长的政绩啦，所以我因为这里哈、哦。这里其实还蛮好用的，
所以我想哈，二期工程如果编列预算，它有规划费而已，那工程费我市政府来调整。好，好，好，谢谢，请坐。观光局哦，光局局长的口才是很好啊，但是呢，从两个点，一个大安溪了跨域的亮点计划，跟我们呐、啊、龙潭大池啊，哦，整个的一个规划哦，一个推动哦，这个朝向一个观光旅游啊，这个部分呢，我觉得目前来看乏善可陈哦，还是呢流于啊在那边呢纸上谈兵，每次碰到局长我就请教你。现在怎么样？现在怎么样？都告诉我，哎，现在委托办理、委托规划、委托规划，这个已经谈了这么久了，什么时候真正进场去做啊？是这个，我们有一个软体的一个文创平台，现在准备要上网招标，你看还是要上网招标。对，我们会在今年，我们地方的公听会是从去年开到现在。对，那因为它整个跨域亮点计划总共有11项计划了，目前已经发包出3项。那其他的9项也都希望在今年年底能够同时发包，所以我们这一项也是在11月一定会发包。因为这个中央它是有补助嘛，是不是？那地方呢？因为经过几次的说明会之后，大家对这个地方哦未来的一个发展跟永续的哦它的一个这种亮点，是我想大家有一个期待啦。再来就借这机会，把一些呢闲置的老旧的不堪用的哦一些硬体呢。来做一些整顿，我想地方也是乐见的。但是你谈到现在呢，就是裹足不前。我想地方啊、哦，不但质疑，而且啊，对政府有一些失望啊。这进度我们会来加快，今年的11月，我们一定要希望它能够顺利发包出去。11月发包是好，来谢谢。再来呢，就是石门吧，我们的龙潭大池哦。是，我想之前也有一些。议员啊，对于我们的水质哦，哦这个部分啊，列为一个重点呐、啊、哦。老街溪的上游就是龙潭大池，龙潭大池呢这几年呐、啊，说实在的，这个水质哦一直都没有好过。我想要整治整个老街溪，它的源头就是要把龙潭大池整治好。那我也曾经听过说有一些做法，希望把水引到哪里去啊，经过一些溯间的一些什么处理，再把它排回老街溪。我认为那都是啊。真的是哦，不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最重要的，我认为还是要在上游啦，要在它的上游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个水务单位也好，环保单位也好，你们就是跨局处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协调沟通。升格以后呢，我们面对的这些议题，我们就是要去处理这些议题。这个就是升格最大的一个目的，不是光说我们要多了钱，钱多了之后。你不懂得怎么运用，钱多了也是没有用嘛，是不是？所以我还是请这个副市长级的哈、哦，要以龙潭大池作为一个专案，对于水质如果能够让它清澈，你周边的这一些观光的、旅游的等等设施，你今天去规划它才是有意义的，哦，包括你现在的吊桥拆掉不拆掉这些问题。我综合回答一下，龙潭大池哈不是只有拆掉吊桥盖新的桥，那也不是只有河岸的水域改善，跟加水上剧场。我想水质问题，其实我去这两次我都特别讲说，我看起来水质不好。那水质不好有两个原因呐、啊。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上游的这些，包括畜牧场、包括工厂，还有生活废水，这第一个要处理的。第二个就是说水如何让它活化，那当然环保局有提立建带的构想，那这一点我们来整合出一个龙潭大池水质综合改善方案，到底哪些方案是能够让水质改善？如果龙潭的2年改造也能够搭配水质改善，我觉得这是功劳一件，也对龙潭的整个观光亮点会大幅的提高。那我心里面是认为只有做景观工程不够，所以我当时才跟观光旅游局说，景观工程2到3年完成，但是同时要做水质改善。其实环保局、水务局、公务局哈，我们要一起参与。那这个整合报告完了，我也请议员来参加，把这个水质改善方案，只要能够改善水质，各种方法都要用。对，所以我们在这个26号嘛哈，有关于老街溪上游仍然干线有一个会议，会在这个市政府召开。那我也希望呢，把这个大池的这一个水质的问题能够列入啊，一并啊来做讨论啊，哈。
因为水质的改善它是一个源头嘛，所以你不让它干净，你其他的一些设施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想哈，这个观念我们大家都有，就是水质改善跟水岸的这个设施哈要同时进行。那所以我才会说哈，不是只有观光旅游局的事情。谢谢，请坐。我们提综合的方案后，再来决定该怎么做。Okay. 好，谢谢，那就拜托市长了。好，谢谢，请坐哈。另外还是要建议一下，在从这个升格之后呢，我们曾经也去提到过我们所有地方的回馈金的一个使用方式了哈。当时呢，我想市长对于回馈金啊也有很多的一些想法，但是我现在提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警力啊是很有限，大家几乎对于啊这个监视器啊设置的要求啊越来越提高啊，就认为说啊这要监视器那监视器，那回馈金很多，在村里来讲它运用的这个范围啊很多元很广啦，有些呢是硬体，有些软体，但这些东西有时候花了钱花了之后就没了，对地方来讲真的也是没什么帮助，会去参加的也都是那些人，所以有时候回馈金说实在是用在某一些少数人身上而已。那我要建议的是，希望是不是能够研议一下回馈金可以用来设置监视器之后交由警察局去管理，这样子哈，监视器现在是2006年、2007年会把全市基本的密度做完，那如果回馈金可以做加强方案，你现在的这一个规划哦，拨给警察局执行啊，那个都是很大方向的那种设置啦。我现在讲的是村里，我知道，我是说哦，现在我们的民国98年以后，这个监视录影系统不能新设，这个决定哦是全国一致的，那没有办法让村里管理。那你说村里自己买自己的然后再交给警察局管理，那规格不一定一样，但是回馈金可以用建立的方式切一部分交给警察局执行，回馈区当中为了增加市民的福利，让它的密度高一点，让它的这个它也是一种回馈设施啦，那这一点我来研议各种回馈金如何，如果民众同意我们协调后拨一部分来做，因为像龙潭的话它也有电厂的回馈金，有那他原来办活动居多了，有他如果做一些基本的建设，好，谢谢，时间到。好，那么今天我们登记的四位议员总咨询也充分发言，请各单位要注重，那今天会议到此结束，那请大家到餐厅用餐散会。